开会时间已到，请主席宣布开会。上午会议现在开始。今天上午的议程由县府、教育处、原住民行政处工作报告及业务探讨。首先请教育处刘处长上台工作报告。副议长、赖秘书长、底部市以赖议员、媒体界各位先生、各位女士、民政处陈处长以及各位同仁，在教育处工作报告之前，请容许美珍介绍本处的工作团队。副处长罗燕琴，专员李嘉玲，学务管理科科长翁淑敏，课程教学科科长林玉敏，教育设施科科长卢古乐乐，终身教育科科长梁依仁，体育保健科科长白宏仪，特殊及幼儿教育科科长周逢义，督学曾若梅，督学李宗宪，体育场代理场长谢维凯，家庭教育中心主任尤淑静。教育处工作报告，请各位议员翻译到教育第77页。落实学生学习及生活辅导。一、举办阅读系列活动。本处在105学年度每班一书班级共读活动，发送本县国中小每班一份综合性儿童阅读刊物。第二，本县自强国中等16校或教育部核定105学年度增至阅读推动教师。三、推动阅读计划，偏远学校推广阅读部分，105学年度总共申请了36校。工作项目二，推动英语教育。一、教育部国教署补助本县105年度提升国民中小学英语文教学成效计划，补助中小学建置英语情境教室及英语阅读角。第二，各校每学期办理英语日活动、英语学习护照及认证。工作项目三，推动科学教育。一、本县第56届科展已经在5月18日办理完成，总计参赛的件数有76件。本县总共推选了6队参加全国科展，物理科荣获第3名，化学科荣获最佳团队合作奖，地球科学荣获佳作。二、本县第二届全民科学周活动在5、6月办理完成，总共花莲县参加的学校有16校。请翻开第78页。工作项目四，推动资讯融入教学，竞赛成果优异。一、105年风资讯动画城市设计竞赛，出席105年全国疯狂猫咪杯竞赛，获得全国佳绩。二、今年东区中小学科技创客 Maker 暨自走车观摩赛，国中小共计41队参赛。第三，今年东区科技教育观摩赛暨国际奥林匹克机器人竞赛东区区域选拔赛，共计有75队参加。第四，本年数位公益辅仁人保公益合作案
总共有八校参加。工作项目五，根据办理课后学习辅导及照顾服务。一，104学年度第二学期，本县课后辅导总共有94校申办，开办了874班，总共服务了10000多名学生。第二，补救教学各项业务办理情形，我们办理了补救教学追踪访视、补救教学期初说明会，运用军医教育平台实施补救教学推广专案，以及办理补救教学现职与非现职教师专场研习，以及以下各项研习培训班，例如校长与教师的参与，办理全县补救教学期初督导汇报，校长跟教师的参与，第五梯次入班辅导人员的培训，儿童课后照顾及辅导。工作项目六，因应12年国教实施，落实适性辅导及生涯发展，推展国中技艺教育。一，免试入学作业要点。105学年度花莲区高中学校免试入学报名人数达到3400多名，均足额分发，其中有4个人没有录取，是因为他没有录取的原因是只有填写一个志愿。第二，国中教育会考事务，东区本区总共报名人数有3911人，本年度国中教育会考事务工作在5月14、15两天，在花莲高中、花莲女中、光复商工及玉里高中等4个考场举行，事务圆满完成。第三，生涯发展教育及适性辅导，我们办理了16所国中104学年度生涯发展教育及适性辅导实地访视。请翻第80页。第四，办理适性辅导行动研究，在光复商工办理104学年度技艺竞赛颁奖典礼，办理104学年度国中技艺教育学程，以抽离式的课程方式办理，总共开办52班。本县有玉里国中和化仁国中以技艺教育专班方式上课。工作项目七，友善校园学生事务与学生辅导工作。学生辅导、中辍生追踪与复学辅导、生命教育、性别平等教育、学务工作，办理内容有一，本县为提升国民中小学具有专业智能之辅导教师人力，达成国民中小学辅导教师法定编制，我们总共办理的研习类别如下：一、办理了教育部品德教育推广与深耕学校，总共有太仓国小等13校。4到8月办理国中小推动任辅工作，总共有15团12校。教育处也召开了105年第二次中辍专案检讨会议，在花岗国中办理基础辅导智能研习，在北仓国小办理生命教育之教师压力调试与情绪管理工作坊，在本处召开性别平等教育委员会议，办理生命教育师资培训，办理105年第一次强迫入学委员会及中辍生复学辅导跨局科次协调督导汇报，办理学务主任及生教训育组长传承研习会。工作项目八，
推动村徽专案及毒品防治。一，105年4到8月办理加强教育人员反毒智能研习及防治学生药物滥用学校宣导，透过课程融入防治药物滥用教学，并办理105学年学生药物滥用防治认知检测，办理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学生暑假反毒知识学习单。依照学生学习程度，我们分为国小中年级、国小高年级及国中的版本。第四，与花莲县校外生活辅导会合办反毒路跑活动。8月份，全县国中小，也就是开学第一周8月份的时候，办理友善校园周。我们播放了教育部直播的无毒有我、有我无毒影片，落实防治药物滥用。请翻开第82页。第六，4到8月尿筛结果呈阳性案件有3件，遭到警方查获药物滥用案件有8件，依照规定成立村徽辅导小组，进行为期3个月的辅导。工作项目第二大项，提升教师专业发展。一，活化教学，提升教师专业素养。一，为精进国中小教学品质，104学年度学校社群申请总共104群，学校本位课程64群，策略联盟8群，总共花莲县成立的176群。第二，本县除了复原国中参加教育部亮点基地学校计划外，瑞穗国中、凤林国中等等参加教育部国中数学科分科组教学示范计划，全体公立国中及慈大附中国中部及中校国小等等，我们参与了活化教学分组合作学习的理念与实践方案示范计划，改变教师单一讲述的教学形态，以学习者为中心，促使学生主动思考，积极参与学习。第三，提升辅导员教学多样化及服务多元化，我们进行了教学演示、到校辅导、教学研究、课室观察及经验分享等。工作项目二，建构教师专业支持平台，办理课程与教学领导工作坊市场，继续办理全国国中、全县国中分组合作学习。第三，工作项目因应时事，强化议题教学能力，将议题融入国中小课程教学，将资讯、性别、家政、环境、人权、生涯发展、海洋教育等7大议题及法定课程列入国中小课程总体计划审查项目。第二，研发议题课程与提升议题教学专业智能，成立了资讯、性别、人权、环境议题的辅导团。第三，性平教育辅导团办理了教师性别平等教育教学观课、议课活动设计，教师性别平等教育教学发表及教师教学分享与检讨，并设计出符合本县在地文化的性别平等教育教学活动。第四，
人权教育辅导团办理有效教学策略运用与人权教育融入各学习领域教学设计，请翻第84页。同时办理世界人权日公民行动方案活动。第五，资讯教育辅导团建制花莲县数位课程学习网，以利教学资源运用，并办理活动如下：第一，国中小校长媒体素养教育真能研习；中小学资讯科技融入教学创新模式竞赛；花莲县风资讯 Scratch 动画游戏程式设计竞赛；轻松做容易学，自由做 Arduino 互动科技工作坊。第六，环境教育辅导团办理家居如下：一、配合国际环境教育节日主题宣导活动；二、延续学校本位课程发展学校特色；三、结合环保局105年度的计划，办理了环保知识擂台赛，台美生态学校推广；第七，透过学校的对话讨论，建立更符合现场教师需求的议题融入教材设计；第85页，工作项目四，推动教师专业发展评鉴。一、教育部为协助教师专业成长，鼓励各县市推动教师专业发展评鉴。本县104学年度参与教师专业发展评鉴计划之学校总共有46校，办理104学年度计划评鉴人员出阶延期三梯次。工作项目五，精进特教及幼教教师专业能力。一、105年5月起，我们办理了特教专业的智能，包含了情绪行为、视障及听障巡回、行为功能评估、听障学生听能管理、教师基础手语、特殊需求课程、辅助科技课程、特殊教育学生转介、融合教育理念、身心障碍学生性教育教材、特教资源整合运用，以提升普通教育教师及特教教师的专业智能。请翻开第86页。四到七月份，我们办理的特殊教育区级及校级心理评鉴。第四，我们办理了本县的特教教师区域性策略联盟真能方案。第五，补助花莲县54间公立国中小及附设幼儿园办理特教宣导。第六，推动学前教育，提升幼儿教师专业智能。87页，工作项目三，改善教学环境及设备。一、充实幼儿园设施，为提供幼生适切安全之受教场域，向教育部争取国幼班改善教学环境设备。工作项目二，改善国中小学教学环境及设施，编列预算补助国中小改善教学环境及设施设备。工作项目三，改善体育运动学习环境场所及充实体育设施设备器材。一、为提升适切安全的体育运动学习及学习环境场所及改善充实体育设施设备器材，向教育部努力争取改善教学环境及设备。本县已编列了县预算改善学校运动设施。工作项目四，老旧校舍整建及补强。第一，我们做了校舍耐震补强。
请翻开88页。第二，佛教慈济基金会援助本县六所国中小整建校舍工程及59所国小国中厕所。本工程预计在105年，也就是今年年底或是明年年初陆续完工。工作项目五，根据推动防灾教育建制防灾校园。我们建制了本县防灾教育深耕网、防灾教育建制专案的计划。我们办理了如下的工作：教育部核定本县防灾教育计划，总经费58万多；教育部补助高级中等学校防灾校园建制及实验教育专案。第89页，工作项目六，活化财并学校。花莲县回南国际文教会馆 ROT 案执行进度。第一，本促倡案用地及营运资产在103年1月3日完成点交后，由富力旅店股份有限公司依契约规定来经营。第二，本促倡案整建扩建工程民间机构在103年3月1号申报开工，目前已经通过了安全消防安全设备勘验及升降设备竣工检查，目前正在进行绿建筑标章与旅馆业的登记。其余财并校活化情形如下：本县从76年到102年，总共财并了深荣国小等25所学校。目前现有的财并学校，多数为民间单位或政府机关认养，作为职业训练或终身教育等等场所。工作项目七，改善特殊教育教学环境教材及设备。一，105年度补助本县身心障碍类及支付优异类特殊教育班班级经常门，经费每班每年12000元，总共补助的98班。请翻开第90页。第二，105年度补助本县7校特殊教育班班级费用。第三，104学年度第二学期补助本县特教班教材编辑费，补助本县学校20处的无障碍设施，提供学生更友善的校园。工作项目八，补助身心障碍学生教育辅助器材。105年度上半年提供了46校98位学生，总共241项教育辅助器材。工作项目大项第四，促进学生及幼童身心发展。工作项目一，补助幼儿就学辅导，办理教育部5岁幼儿免学费教育计划。这项计划补助项目如下：一、免学费补助；第二，经济弱势家儿补助。第二项，104学年度幼儿园亲子教育活动，总共有20个单位办理亲子教育。第三，为维持与提升幼儿园教师专业成长及保障顺畅，及教学保育运作顺畅，并增进教师幼教专业素养，我们办理了许多提升教师教学专业智能、教学仿制及辅导计划。第四，为维护园所品质，提升教保人员素养，将透过符合补助要件幼儿园申请平时例行性
公安暨卫生联合稽查及基础评鉴等制度，以保障幼儿就学品质。工作项目二，根据午餐免费政策。一，午餐免费政策执行现况。105学年度学校午餐招标并进行履约督导，责成各校成立午餐工作推行委员会，并成立学校午餐稽查小组、学校午餐考核委员会，每月定期查访学校午餐办理情形，督导午餐评鉴机制，每月召开菜单会议、厂商会议，进行学校午餐满意度调查。请翻开92页。补助贫困学生寒暑假午餐经费及早晚餐协助。104学年度总共有4488名学童受惠。第二，午餐免费政策的执行成果，请各位参阅。第三，104学年度起，本县营养午餐不再使用再制品以及油炸烹调方式调理。第四，免费午餐政策未来展望，根据达成让花莲县学生营养午餐成为全国标杆。工作项目三，推动学校卫生与健康促进计划。一，健康促进计划执行本县104学年度健康促进维护实施计划，并推动视力保健、口腔卫生、健康体味、烟槟防治、全民健保、含正确用药、性教育、含艾滋病等必选议题，并结合社区资源，透过健康教育以活动之健康服务之实施，引导学生、教职员工自发性的建立健康管理观念。请翻开93页。二，健康检查。三，烟害防治。四，执行的成果。104学年度健康促进相关数据成果。一，视力保健。本县104学年度裸视视力不良率为46.89%，比较全国平均55.5%，为低9个百分点。第二，口腔卫生与103年度龋齿率相似。第三，健康体味。本县学童体味趋势近年来大致持平，请翻开94页。第二，为强化学校卫生保健工作者评估校园健康问题的能力，办理学校校务暑期继续教育研习，以增长校护护理专业智能，以力推广学校卫生工作。工作项目五，落实特殊教育，办理学前特殊教育。一，提供学前特殊需求幼儿接受特教服务。本县总共有389名学前特殊需求的幼儿接受我们的服务。第二，提供学前特殊需求幼儿适性安置。安置的场所在本县总共可安置有132园。二，安置教学服务的形态。本县学前特殊需求幼儿以安置不分类巡回辅导班比例最高，第二为普通班，第三集中式特教班，第四立案的身心障碍教养机构，第三办理跨教育阶段升国小一年级的转型工作。第四大项，请翻开第95页。
强化学前鉴定安置功能。第五，建制个别化适性学习环境，提供专业团队服务，提供了职能治疗、语言治疗、物理治疗、社会工作直接服务、听能管理服务。二，提供学前巡回辅导服务。第三，提供教师助理员服务，请翻96页。第六，办理教学观摩及特教宣导活动。工作项目二，落实特殊教育学生鉴定工作，提供学生支持性服务，以达成身心障碍学生学习无障碍的目标。从四月份起，预计花莲县学前及国民教育阶段身心障碍教育班教师人力弹性调整原则，进行特殊教育教师人力弹性调整。第二，办理104学年第四梯次疑似身心障碍学生鉴定暨国中八年级、高中二年级重新评估工作。第三，办理花莲县104学年度第二学期特殊教育区级心理评量教师培训研习。第四，办理花莲县104学年特殊教育校级心理评量教师培训研习。97页。第五，召开三次重安置会议。第六，召开104学年度第二次建府大会，讨论本县鉴定、安置、辅导以及适性安置辅导业务，以确实因应特教学生需求。工作项目三，发展支付优异教育。一，办理本县105学年度国小一般智能支付优异学生鉴定。第二，105学年度支付优异学生缩短修业年限申请之综合研判，本县共通过了8人。第三，补助各国中小办理区域支付优异教育方案。工作项目四，加强特教支援中心的功能，购置各类身心障碍及支付优异评量工具，以满足本县特教教师在收集特教学生质性及量化资料，提奉健辅会综合研判时更多元的选择。工作项目五，落实特殊教育巡回辅导工作，为服务未设置特教班学生之特教学生，有巡回辅导教师及专业团队治疗师到校服务。工作项目六，落实特殊教育相关专业人员及助理人员特教服务，评估特教生需求，安排教师助理员服务。105年度本县聘请专任治疗师2人及社工人员兼任终点治疗师，总共提供了293位学生的治疗需求，其中包含职能治疗、语言治疗、物理治疗、心理治疗、社会工作直接服务以及听能管理服务。工作项目六，提倡终身学习教育。终身学习教育在一，申请教育部105年乐龄学习中心计划，协助55岁以上的县民透过计划所提供活跃老化核心课程，能够继续学习及参与，以促进其健康安全，提升生活品质，达成乐龄学习的目标。
第二，申请教育部105年新移民学习中心计划，提供外籍配偶及家庭参与多元化及家庭教育的相关学习活动。第三，申请教育部的社区大学补助计划，凡年满18岁的民众皆可报名，不限学历、户籍，免入学考试。工作项目五，短期补习班业务，办理一家短期补习班的申请立案，四家短期补习班申请变更，四家短期补习班申请注销。第二，查核已立案短期补习班。三，配合监理站路边检查补习班的接送车辆。第四，每月安排会同本府建设处建管科及花莲县消防局稽查，以为立案补习班的公共安全，以及达到补习班公共安全零灾害的目标。以上是教育处工作报告，报告完毕，请各位议员女士先生多多指教，谢谢。谢谢教育处刘处长的工作报告。现在请原住民行政处陈处长上台工作报告。大会主席啊，张副议长。各位议员女士先生以及各位媒体界的女士先生，原住民族行政处今天来到县议会进行工作报告。首先啊，是不是我也循例先介绍本处的工作人员。首先介绍本处的辅导行政科蔡鼎宏蔡科长。部落经济科林正敏林科长，艺术文化科黄丽珍黄科长，保留地管理科曾梅珍曾科长，部落建设科周崇仁周科长，本处的专员陈小凤陈专员。接下来进行工作报告。第一个，在我们辅导行政科的工作里的第一大项，我们持续的在办理花莲县原住民部落事务组长及妇女干部联席会，本来在暑假间要办，后来因为那段时间部落都忙着丰年祭，所以我们今年9月10号在原民馆办理。第二个工作，在妇女权益性别平等的部分，我们持续与县府各局处办理宣导。在原住民多元福利辅导，第三个工作，本县有13处的原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啊，共计啊有社工员跟社工助理啊，有44名的人力啊，分别在办理咨询服务、个案管理跟转介等等。那另外第三个，我们花莲县啊得到原民会合并补助，有21站的部落文化健康照顾站今年合并总金额达到1864万元，平均每个月啊。每站都平均每个月会有8535人次在我们部落文化健康站得到服务。第四个工作，在我们原住民学生课后扶植计划，今年啊有合并秀林乡嘉湾天主堂花莲县陪你走社会关爱协会在新城，还有山木基金会在光复啊来办理。那104年度我们的工作啊得到评鉴是甲等啊办学优良。那在第五个部落图书资讯站的部分，今年原民会啊审查核定之后，花莲县有包括国服部落在我们第17页这里总共有6个单位来办理部落图书资讯站。第六个工作，在我们部落客服教室建制3年计划今年原民会复审之后呢，是包括我们花莲县的妇女公共事务发展协会以及丰滨乡新社国民小学两个单位办理，金额总计有达到132万元。另外
本县持续在关心我们的文面老人，所以我们在每年啊会会同文化局在三节的时候去访视文面老人，包括他们在住院，甚至是今年很难过我们的方阿妹女士过世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都会同文化局共同前去关怀并且提供必要的协助。第八个工作，在公益彩券回馈金的计划方面，今年原民会复审之后啊，核定了我们包括花莲县卫生局在我们第十九页有列出总共有七个单位。在第九个工作，原住民幼儿托教补助是在今年三月到四月份受理申请全县有1432个小朋友来提出申请。那在第十一个，我们重视族语工作，我们有推动原住民族族语扎根补助计划到今年八月止为止总共有补助保姆228人次，送托的幼儿达到350人次。第十二个工作，我们补助原住民团体来加强办理社会教育传统文化祭祀活动经费，到今年八月止已经核定了32件，其中包括我们卓溪乡全乡的布农族社耳祭另外我们在今年我们也补助包括布农族17个部落的社耳祭还有我们赛德克德鲁古部落的感恩祭5场次，那在阿美族的丰年祭在七月八月九月有补助124个部落，那本处同仁都陪同县长到一一到部落去祝福。第四大工作，在我们原住民族文化语言的部分我们在部落大学的部分，我们继续办理五大学程，合计55门的课程都陆陆续续在各部落开课进行中。那在第三个工作，我们也用办理族语单词竞赛的方式来鼓励小朋友学习族语。今年3月30号在复兴国小办理初赛之后我们花莲县初赛优胜的队伍参加全国决赛，也得到很好的成绩，包括我们秀林乡景美国小获得国小组的亚军，我们光复国中得到国中组的优胜。那在这个濒危组的语言格马兰族语的，我们封滨国中也得到冠军。那在促进就业的部分我们也有办理 3H 动力工程，那其中我们4月9号的时候办理花莲的健康操初赛，那获胜的队伍参加全国，今年成绩非常非常优异我们的华东部落在一班组得到全国冠军，我们分明乡港口部落在长青组得到全国冠军，花莲县得到双冠王，那另外丰滨猫公部落 得到最佳人气奖。接下来报告我们部落经济科的工作，那今年在补助部落办理产业生产加工推广促销等等活动呢，在第25页我们合计有补助瑞穗乡公所等等9件然后来积极的行销跟提升我们的部落产业经济。第二个工作，在原住民综合发展基金贷款业务的部分我们有辅导青年创业贷款10户，其中有9户成功获得核贷，核贷率 90%。 那另外在微型经济活动贷款、生产型贷款、消费型贷款等等合计达到3488万元。那下一个工作，我们在执行原住民产业光点串出计划我们是以一个网站的一个方式来推动这个计划，网站的名称叫做花莲原乡一市集，里面呢整合了本县的手工艺、农特产品、工艺品等等，目前已经有49家业者有签约，并且在原乡一市集这个网站上进行这个线上的一个行销跟贩售。那同时我们在今年的四月间，我们也到台北市信义区101大楼旁边的44南村办理了2天的花莲县手工艺农特产品展售会那在推动原住民族知识发展经济的部分我们有2个大计划，一个是
有机农业示范区计划，它重点的工作项目包括在光复乡还有卓溪乡，以及有兴趣参与有机推动。那我们今年呢，拓展有机的面积已经达到 4.1 公顷，我们还要继续努力。那在莱东海岸聚落群做客尼巴拉旺迪大这个部落旅游的部分，我们结合了太平洋东海岸，包括水莲、基奇、新社、复兴、港口到静浦六个部落，成立部落旅游的联盟，并且呢进行部落环境硬体的改善，也进行主题式的一个旅游行销活动。那在瓦斯补助的部分啊，今年经济部能源局核定我们13个乡镇市啊，全县补助款是1917万啊，我们都陆续在要办理拨款。那在中低收入户修缮建构住宅的部分啊，今年建构住宅有20户，修缮住宅有50户。那职业训练的部分呢，我们在今年啊有办理了原住民的家具木工研习班啊，我们又在10月30号在圆明馆啊办理了成果展，一共有15位学员齁，作品都非常非常的吸引人。那在第九个工作包括我们地产基金办理的原住民部落创意旅游部分我们在10月26号也到台北去办理同业说明会。接下来报告我们艺术文化科的工作今年有一个最重要的年度大工作，就是联合丰年节。首先我们先甄选大会舞，今年的大会舞啊是由我们水源部落舞蹈团余长辉校长带领哈，那编出了这个我是牧童的这首歌成为今年的年度大会舞。那联合丰年节活动在7月22到24号三天在美伦田径场进行，同时会场呢我们有展出进行了22场的原住民六族歌舞展演。那会场周边也有110个摊位来进行我们公益美食农特产品的展售。在协助本县原住民重要祭典的部分今年包括萨提拉雅族的火神祭计划卓溪乡全乡社耳祭计划在我们报告书第30页，还有寿丰乡的原名夏练嘉年华活动瑞穗乡公所的今年2016年的联合丰年节活动等等。那另外在我们传统上我们的这个祭师我们的西嘎瓦赛的部分，我们在10月9号来到东昌里绕部落，10月15号来到包括是跟达拉赞跟吉宝干部落合办我们来一起来参与，并且呢也奖励支持慰问我们的这些祭师。那在今年办理原住民部落活力计划的部分在第32页今年花莲总共有2个部落，包括华东部落跟静浦部落。那这两个部落也预计要在12月3号要参加原民会办理的全国原住民部落活力成果展。那今年很荣幸这个成果展要在我们花莲文创园区举行，届时也欢迎我们的议员还有媒体记者女士到场来指导。第六个工作在山海剧场的部分终于有一个初步的一个成果。在11月8号行政院花东推动小组的委员会议当中终于同意我们山海剧场由一转C 类的计划核定的金额是1亿9千万，接下来核定计划经费到位之后，我们就要办理细部规划设计。那在风雨计划的部分呢这个部分我们原民处仍然持续在跟中央原民会就可行性评估的部分来争取尽快的核定。在我们第八个工作原民馆的管理部分我们今年有包括办理了话语重生七角川历史事件特展，那以及目前正在进行的郭文贵老师跟新社香蕉丝编织的一个特展。那在今年我们也特别办理了一个原住民全国的木雕竞赛活动那也跟议员报告这个颁奖典礼就在今天下午3点要在县政府的大礼堂隆重举行也敬请邀请我们的议员跟媒体女士先生到场莅临指导。
接下来在我们保留地管理的部分呢，我们今年持续办理保留地权利赋予计划，在所有权移转的部分，在本期中啊，已经完成了368笔土地，面积达到73公顷多。那至于在他项权利啊，就是地上权、耕作权、农业权的部分呢，完成了649笔，面积达到128公顷。我们在今年8月29号也受原住民族委会委托在花莲县政府大礼堂办理了原住民土地权利回复仪式合计颁发了200笔的权状，达到63公顷。那我们也持续跟续在办理补办增划编、漏报增划编等等的以加强落实县长重视我们原住民族土地业务这样的一个工作。那在原住民保留地森林保育工作的部分，在第39页，今年啊核定全县面积达到364公顷，目前已经完成全县的检测。那另外我们也办理全林造林计划等等。在部落建设的部分，今年105年原住民族委员会核定我们的部落造景永续发展计划，合计啊有包括奉信部落基础改善工程等八处的基础改善，在我们报告书第40页。那另外也有三个聚会所的规划设计包括顺安、南华、庆丰三个部落。在无自来水地区供水改善计划，今年获得经济部水利署核定简易自来水工程包括有三个减水系统改善，金额为1030万元。那另外在自来水严管的部分呢获得水利署补助5525万，在我们报告书41页我们有完整的列出来这24处自来水严管工程。那同时我们也受理用户的外线用户外线的补助到8月底为止受理了198户。在第三个工作原住民部落特色道路改善计划呢，今年我们前后得到了实践道路的跟周边设施的一个改善，目前都有各单位来积极办理中。那另外在部落道路的工程部分呢，到八月为止我们也完成了寿丰乡的树湖社区部落联络道以及卓溪清水部落挡土墙的一个工程。那另外在部落的文化聚会所修缮维护工程的部分呢，今年办理太巴朗祭祀广场的一个大螃蟹意象，那其余的部分我们也都积极在办理。以上是原民处本期的一个工作报告。因为本处的工作内容涉及到全县208个部落服务我们92000多位原住民的族人那我们以有限的人力积极争取各项经费做出以上的业务报告，敬请各位议员先进指教，非常感谢，谢谢。谢谢原民处陈处长的工作报告，下个议程意见交换，现在休息十分钟。最少。
休息时间结束，请主席宣布开会。继续开会。现在议程意见交换。庄志财议员。啊，谢谢大会主席啊，副议长。啊，所有在场的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这里有几个建议，我跟我们交易处啊处长来做一个建议啊。我们都知道高尔夫球场刚刚你在工作报告的时候已经委外经营了，但是委外经营过程当中，我们都知道以前高尔夫球场俱乐部欠我们欠政府欠了将近好几亿，那目前已经委外这笔欠债到底还了没有还，到今天都还没讲出来。那如果还没有还，那怎么还？随时跟医院做一个报告。第二个，现在说经营的新的经营的团队目前还在委外，还在对外卖球证，我真的不知道你到底，我们医院到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可以卖球证呢？你卖球证要跟我们医院做一个报备，都不知道，现在从头到尾都没有人知道说有这件事情，你们在那乱搞搞什么了？真的进入无政府状态啊！你做一个回，等一下做一个回应哦。再来就是目前那个慈济啊，帮我们花莲县啊盖学校、盖一些文艺馆，那他们只是。用硬体设备，那盖好以后，你内部的设备、立面的装潢，都需要我们自己县政府教育处自己来负责哦。那目前这一笔金额非常庞大，我们教育处你是怎么要来做这一笔金额，怎么来争取？我希望你极力去跟中央争取。我希因为地方的财政可能没有办法负荷，必须由中央来做一个支援哦。我希望教育处长辛苦一点哦，不要分党派。要分党派，目前花莲县有两个议委啊，一个是执政党，一个是国民党的。我希望这两位立委能去拜访他。一个，五个啊？对对对，不好意思啊，还有我们原住民的啊，郑天才，辛苦一点，
为了我们孩子的教育，我们的教育环境好哦，希望处长你辛苦一点，这几位立委都去拜访，不要只拜一当一大当一个立委哦。我希望这个建议。再来就是，我一直在讲我们那个营养午餐哦，全部到美国是不是可以排污的？过了啦，你看你这全部免费的话，已经排挤到我们教育处要一些经费了。像这一次我参加几个家长会哦，每个校长拢在哀啦，要刚刚那刚刚只几万块啊哦，都不给我做征收。内部的那几个经理、办公会啊，几个杂务会，他们就没办法指引了。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哦，教育处真的跟县长讲一下，万一公布也贬得不好。是不是县会你再提出来？真的，花莲县这么多学校、国中小这么多哦，所需要经费非常的庞大，是不是这营养所有的营养午餐，包括一些学杂会，包括一些哦布置作业部那些的，是不是可以排污了？因为毕竟哦，有些学童真的很需要，我们真的要帮助他，但是有一些哦不需要的，是把它排污掉。来挹注一些真正急需的，因为毕竟哦，人民的纳税是用在钱要用在刀口上，这种苦口婆心的跟处长哦，在县委跟县长再建议一下，真的要开始实施啊、哦！谢谢。郑乾隆议员，谢谢我们大会主席张会长，还有前面两位局处长，还有议会的科室主管，还有本会的议员同仁先进。还有今天早上的记者先生女士，大家早。那本人针对我们教育处哈，我这边有几点意见。那就是第一点，就是说我们现在都是少子化嘛，那每个小朋友在家里都是父母亲的宝，那送到学校，我们学校就有责任把他教育好、管理好。啊，学校的毒品的问题哈，我请处长哈。要多多关心一点，横向联系。那如果牵扯到有人身的部分，还是说有需要警方来协助的部分，还请处长可以横向联系哈。那第一点就毒品问题。那再来就是我们校园吸烟的问题也是非常严重哈。尤其我们小朋友一放学，哦，出了校门口，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我们小朋友三五成群的在路上走。啊，嘴巴叼一根烟，还是甚至手上拿了一根烟吼，这样走吼，我认为这个是教育的一个失败哈，要切实跟我们的各校校长还是组长跟他提醒，上下学还是要校园巡礼一下走一走，好，不要说啊小朋友出了校门就不关我们学校事，这是第二点。那还有第三点吼，前一阵子也看到我们在。报纸上吼，还是在我们坊间都有在提吼，就是不当的管教的部分啊。我在这边要接我们处长吼，我们承办的科长，我刚刚有提到，我们现在都是少子化，那每个小朋友在家里都是我们父母亲的宝，那所以在我们求学期间，那在放学回来总是会到安亲班去。那学校的功课再加上我安亲班的功课已经非常的繁重，那如果在学校我们的老师哦，还是班导还是任课老师在加重他功课的部分，会影响到这个小朋友的作息时间。比如说学校像前阵子滑雪的部分，老师已经滑雪了，他没有写到学校第二天又要加倍又加量，那长时间累积下来，这个小朋友睡眠一定不足的，因为他早上六点多起床，七点到学校，到学校正规的一个我们国中国小一个教育的课程，那下课回来又到安亲班，那安亲班又要功课又要时间上，回到家里都九点十点了啊，盥洗完后，那又要面对着他的功课，那老师不当的。滑雪的部分，常常都到深夜一两点都没有办法睡觉。我想处罚适当就好，过当的话过量的话长时间会造成小朋友跟家庭的一个负担。以上三点还请我们处长来多多了解。那再来，我们刚才我们
言情处处长，你有提到说山海祭场吼，山海祭场的部分，本席听了好几年吼，从我在代表会听到现在好像很多年吼。那非常的恭喜，刚才处长你有提到我们山海祭场的山海祭场已经在我们11月份有初步的一个通过，就是在我们东华基金里面哦，可以适度的拨一些经费来吼。我想了解山海祭场的地点在哪里。那再来，我们考虑到我们的地点的部分，应该也要考虑周遭的人口、周遭的交通、周遭的部落，因为一个地点设置在这个地方的话，我们要考虑到它的实用性，以后永久可以使用，不要用到时落变成了我们地方一个文史馆吼，浪费了我们的民脂民膏，所以选那个地点是非常重要吼。那这一点还请我们处长啊多多的关心一下啊。我刚才讲那个地点吼，适度再跟本席讲一下。好，谢谢。王彦梅议员。主席、会长吼，还有那个局处首长官员吼，因为媒体记者我们同仁大家早吼。教育处长吼，那一念了40分钟啊，我发觉你是一只孤鸟啊。跟我一样是一只孤鸟，什么功课都要得自己准备啊？那你们的团队在干什么？我不晓得哈。本来一个处事怎么样，都要各个分工合作。我看到你们是分崩离析啊哈。我是觉得这对花莲的教育哈，何其的，我都侮辱了哈。就像代课老师的悲哀哈。正式的老师一年是13.5个月，甚至是14.5个月的薪水。但是代课老师只有10个半月啊！我上个月看到报纸说已经要给他们12个月，到底我们花莲县啊？哦，是不是有同等的资格哈、哦？来那个哈、哦，同样在学校上班，同样是时间下班了哈、哦，但是花莲有缺这么多的老师缺啊？为什么不开缺啊？哈、哦？流浪老师哈，有照有证，但是他们就是没有后台。我们花莲的代课老师都是近亲繁殖，啊，这个学校的儿女到那个学校去，那个学校的儿女到这边来，都是自己人在搞自己人，把花莲的教育，把花莲的老师哈，弄成是家族式的，真的是觉得非常的要不得啊。就像卓乐国小说什么我们是原住民的学校，我们要族群融合，要开族语，要一定要母语教学，所以弄得全校都是原住民的老师。我不是说原住民老师全校原住民老师不好，但是呢，连一个现在一个汉人都没有的话，你认为族群分裂的不厉害吗？你这样把其他的族群都赶到外面的时候，万一我义理国小，我可以把你原住民的老师赶走吧？但是原住民的保障法必须每个学校有几个人哦，必须有几个原住民老师才可以。但是在原住民学校为什么没有汉人老师的保障法呢？都是你们校长自己的子女在代课，在做近亲繁殖。我是觉得就像你一样哈、哦，在教育处摸狼擦地啊哈，你不会觉得很温准吗？我希望回去的时候好好研究，我们既然有这么多的教师缺，是不是开缺？让这些流浪的老师不再流浪，不再看人脸色，有时候看他拿一个皮包啊，一天呢转4-5个学校，说你没后代，你也是不好了。哦，有的人还说你叫王彦梅来讲干嘛？没有用啦，我们早就内定好了。哇，你们校长好大的口气哦，早就内定好了，他凭什么内定好了？那就是由你们科室主管在撑腰哈、哦。我是觉得哈、哦。这个介绍来的子女有的是不专业的哈，专业就代表不尊重孩童的教育权利嘛。那知识也不专的，有的高中就可以代课啊。我研究所毕业，我不能去代课呢。就高中的老师竟然去教英语啊，你说那是我们亲戚啊，不然怎么？我是觉得，所以哈，希望哈，教育哈，能够。不是思乡受受的产物啦，而是真正为小朋友的出发点着想哦，还有课后辅导哦，
科辅导的地方都有牌照吗？不晓得有没有证照，他既然有证照跟我签了约，为什么随时可以跟我开除呢？那可见他可以随时开除老师的话，叫小鹏儿老师的话，他的制度就有问题。他本身这个教会辅导课后辅导的地方就不遵守法令的话，可见他很多地方都不会遵守法令的。希望我们教育处下课后吼回去查查，我们哪几所课后辅导的地方有没有证照，老师有没有正式的哦聘用，有没有什么委屈哈？还有就是76年到100102年哈，一共栽聘了深荣国小等25校哈，这25校的名称给我一下。另外，回南国际文教会馆的 ROT 案哈，土地年租才62,909块，现在我们地价涨3成啊，是不是？那个也要涨。你看我们的定额权利金就有48万，他一间总统套房听说了，现在一间总统套房就要6万块，他一间一个晚上就可以付我们一年的租金，这像话吗？对不对？那这个回来文教会馆哈，什么时候可以完工？什么时候可以入住？当然以前已经有很多大陆客跑进去住了哈，我们副议长也查过，我们张志冠张议员也查过哈。现在不晓得为什么在改装，哦，大陆客已经不来了，可是为什么定到6万块？哈，我希望教育处事后哈能给一个很好的答案。哈，还有原民处哈，伊犁镇哈，到底原住民人数是多少？为什么在选择原住民博物馆的时候没有考量到伊犁？我们伊犁高中前面有一块，以前就是那个法务部的那个管理厂，哦，犯人管理厂也好，大理石管理厂那一片好几甲在那边荒废了，已经30年了都没有用。我们难道不能用拨用的方式来去那边做原民馆吗？我是觉得很浪费。我们南区原住民加总起来哈，也是1-2万人呐、啊，虽然不及花莲市那么多人。但是1-2万人如果能够设个博物馆在那边的话，台东过来花莲过去也让我们伊犁繁荣一下好不好？所以希望各科室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一定 要想到我们花莲县长啊一定要均分，贫富要均分，不要让我们南区穷了又在穷，晚上就像鬼城一样8点以后全部黑漆漆的一片。希望人民处也好，教育处也好，把我们小孩子教育的好，把我们原住民哦应该有的权益哦，当然现在原住民的权益比我们好的太多了哦。现在只要是原住民保留地的话，汉人在耕种都会被赶走啊，汉人种西瓜也会被赶走啊哈、哦。我都希望哈，保障各族群的权益才是最重要的。再一次呼吁哈、哦，代课老师，希望给平等待遇，不缺的哦，代课老师希望能够。希望能够开缺了哈、哦，不要让流浪老师整日提着皮包在我们花莲县跑来跑去。谢谢。陈俊忠议员，谢谢大会主席，我们赖秘书长，两处的处长，各位议员同仁以及媒体记者，大家早安。这边有几点啊，跟我们两处啊做意见交换。首先跟我们教育处啊，在这个讲一下啊，我们学校啊，我记得我在第一次的正式会起的时候已经讲过了啊。应该学校应该哈、啊、加强与社区部落的互动的关系啊。因为我们郑乾隆这一言说过啊，我们少子化，所以学校现在几乎都在50位上下，
啊，老师就有20位，哦，所以应该是最好管理的时候。所以我们学校啊，要跟这个社区啊脱离了这个关系，学校高高在上，没有参与我们社区部落的一些活动，一些学校的人才济济啊，可以协助我们社区部落哦的一些很多的一些活动，或是帮部落提报计划。哦，我希望我们教育处啊，在评鉴一个校长的时候，希望哦对社区部落这个区块啊，能够予以重视，好不好？因为我们学校啊，是我们重要的一个这个教育人才的一个地方，也是一个教育社区部落的一个学习的榜样啊。所以我希望老师能够融入到部落里面来，啊，这个是我一直认为我们，尤其是我们乡下。哦，我的感觉，哦，我们学校，所以这次很多在举办运动会的时候，那所以我们社区部落也都不热烈的参与啊，很少的这个部落，那就是因为我们的关系不好嘛，啊，所以这个希望我们处长啊能够督促我们的校长，啊，多接触我们的部落，而且。对母语的教学很有帮助，哦，让小朋友多接触老人家，哦，所以现在小朋友应该都不会讲啊，啊，虽然我们学校有母语老师在教，可是到部落里面小朋友根本都不会讲啊，所以希望能够带小朋友到部落里面，要跟老人家互动，对他的母语教学。应该进步的会非常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啊，我们据这个中央啊，我们的教育的预算啊，这个大幅的减少，啊，我讲的是这个我们大专生啊，啊，对我们这个。啊，花莲的一个大专学生哈，有莫大的影响啊。我们教育处哦，对这个预算的减少啊，有什么样的因应对策啊？那请这个处长啊，做一个书面的报告。另外，对人民处啊，我们的关怀站啊。很多的这个照护人员啊，一直跟我反映，啊，对他们的服务津贴啊，跟一个行政管理费用啊，每次都延宕，甚至半年都领不到，你叫这些服务人员怎么服务好我们的老人家呢？自己的生活都有问题了。奇怪，这个应该都世间都已经变好的，啊，是不是？对，你不要影响到人家的生活，那怎么照顾我们的老人家，啊？对这个照护员的职务津贴跟他们的行政管理费啊，能够按时的来发放啊。我们的关怀站啊，现在有好几处嘛，对不对？那明年。2.0 哦，长照 2.0 有没有影响到我们啊？这个关怀站是不是继续的来开办？啊，请处长来做一个说明。还有我们学生的课后辅导啊，我看你们的工作报告啊，几乎没有在我们南区啊来施行啊。还有我们的主语，我刚刚跟教育处也交换过主语振兴主语的计划
成效不彰哈、哦，所以我们这个原民处呢，责任哦非常的重大，希望能够在足以振兴这个工作这方面能够继续的努力啊、哦。另外啊、哦，我们的住宅修缮的这个计划啊、哦，南区合拨了多少？我听我们瑞穗啊、哦，几乎今年是没有意见。合拨了是吗？瑞穗地区，有人在做反应哈，希望我们这个住宅修缮的计划啊，能够平均分配到各个乡镇啊，尤其我们南区哈，特别一些穷困的地方啊，因为这个是低收入户才能够申请啊。还有最后一点是啊，基层的建设啊。这一次的风灾之后呢，造成了很多的土石坍方啊、哦，尤其啊、哦，积极来啊修建的啊、哦，是我们德武、陈阿义跟陈玛丽的宅后啊、哦，因为是一个山坡啊、哦，容易崩落啊、哦，这个也提了好几次啊、哦，希望我们人民处能够积极的来。帮他来做这个挡土墙啊、哦，还有我们安通的陈世辉宅前啊、哦，这一次的风灾啊、哦、滑动，所以危及到他的啊住宅啊、哦，为了这个居家的安全啊、哦，在陈世辉宅前能够尽快的来施作，还有我们九阳寨啊最南区的啊林七妹的。宅厚宅浅都有滑动哦，他的房子岌岌可危啊、哦，希望我们这个人民处能够最快的速度来提报给我们上级啊、哦，让他们这个滑动的这个土石呢能够予以阻止啊、哦，维护他们居家的安全啊、哦。以上啊、哦，谢谢。杨德军议员。尊敬的主席赖秘书长，我们县府两个单位的科属主管，本席有几点问题想就教我们两个单位。首先要请教我们教育处，我们学校升旗典礼有没有在举行？因为很多小学生根本不会唱国歌，连国歌都不会唱，这是一个国家认同的一个最起码的一个基础。要说小学啦，搞不好连国中都不会。对于我们国家学生不认同，大了更不能认同，所以造成我们国家一天到晚在斗，党里在斗，就是没有国家的认同。这第一我要说的。第二，学生国中以下虽然法禁已解除了，但是学生要有学生那个样子。学生染头发几乎都在年年增加，染头发是不是好还是坏？那在教育界的立场，我们用宏观的一个基础去思考，学生染头发难怪学校一出来，学生就做为非作歹，尤其国中生偷窃的行为非常的猖獗，就是因为他认为他已经长大了，他不像个学生，外面的人看了一是学生还是什么，是社会人士不知道了。所以这个法禁，说老师又不能体罚，又不能骂，最起码要有一个
抑制的一个机制，教育处应该好好的思考一下，这是第二点。另外，母语教学，大家都知道，母语不是用学习的，不是在学校学习的，你学习都没有成果。我们凭良心，摸没有良心去问思考，根本没有成果，没有效益。因为大家强调学习主语不是用学习，而是不断的讲，不断的讲。那要在哪里讲？只有在家庭。那么家庭，我们把这个母语教学的一个机制，为什么不把这个经费弄一个这个母语的主语槽，就在社区里面设定几个真的很用心，这个家庭它真的是母语非常有深度的这样的母语槽，先做一个点，然后线面，这样母语才能够扩及。真的，原住民的母语真的被这一股洪流，那很快就流失了。这些教育处、原民处，基本上我们应该要思考这一点。母语草，这第三。另外，我对于这个原民处，最近你们在什么文物馆第一个检定或是筹备，因为本席刚好有事没有在。刚才王艳梅一姐也讲过，文物馆花莲是最多的少数民族，我们常常骂中央政府洞悉青南，同样的我们在花莲也是一样，这个重北轻中东，中南。本席的意思说，文物馆在中区这个黄科园区，去年花了多少的经费做 3D 的这个清水公园，花了那么大庞大的钱，今年又没有做了。那本席的意思说，是不是把这个文物馆设在中科园区，不是中科园区，是在黄科园区，这样政府可以节省很多的经费，而且东区有噶玛兰，有泰鲁格，也有阿美族，庞大的一个这个区块，所以我们是不是好好思考一下，这个文物馆设在哪里？这为什么一定要设在都会区？我觉得未必。最重要的是，你文物馆你设立的时候，你的解说员他的内涵丰富不丰富，这才是我又引诱客人来去参观的。不是你放在这个都会区就会有客人去参观吗？未必。所以这一点我们这个原民处是不是跟现在好好的思考一下，未必要放在文化馆那边，文化馆归文化馆，文物馆就不一样哦。以上几点啊，跟两个单位这个探讨，谢谢各位。以下副议员。谢谢主席，两处的处长、科长，有的同仁、新闻媒体，大家早。早。意见交换，首先来做个交换意见啊。教育处啊，你工作报告里面写的非常清楚，这个推动英语教学，提升国中小学英语成效计划，那这个计划非常的认同啊。因为这个现在已经是多元化的一个社会哦，这个英文讲英文的这个人数是越来越多了哈。我们因为有国际观，所以很多学校现在推行这个英文啊，
这个英文老师的素质也蛮重要的。那本席上的建议啊，国家的未来主流是从小朋友开始做起。那你补助这个中小学，相对的第一线学英文的就是幼稚班，幼教小班跟大班，大班在幼教，家庭要付了很多教学的经费，配合英文教学等等。但是我们这个计划中并没有考虑到幼稚班的、幼稚园班的这些英文补助。本席当中建议，是不是可行呢、啊？因为这个幼稚班啊，幼班跟专班跟大班就开始学英文了，但是他们的教学材料、教材可能有比不上这个中小学这样的材料那么落实，而且他们的英文老师大概也没有像我们这个教育处所聘任的那么优质，所以本学生们建议是不是可以啊？可以行的话，在这个经费的益处上，是不是为数的给他们补助鼓励我们的幼稚老师、幼稚园的这个老师哈、啊，给他们充分享受到这个英文教学这样的一个教材的补助，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工作报告非常清楚哈、啊，学校提运动学习环境场所改善充实提议设施设备器材，也补助了泰山国小等七个学校。我请问你，这个七个学校是哪些学校？那你本县呢、啊？我们县政府补助的这个经费是相当大啊，1000多万。那本席在这边要建议你，目前呢，我们一直不断的看到我们的国中的这个跟高中的学生呢，代表我们花莲县去竞技，得到非常好的一个奖杯啊。但是他这个高中跟国中的教学的啊，这个运动教材啊，我是不晓得，因为编了那么多的预算，包括我们原住民的这个私立学校的，尤其海心，还有这个那个叫什么学校，温校长那个叫什么，战城中学，还有很多我们原住民的学生都在那边，这个被到贵校去这个读这个运动哈，所以我不晓得教育处啊有没有体恤他们，有没有体恤他们？因为很多我们的运动健将啊都在这个两所非这个上城中学跟海心这个中学那边做这个运动啊，但是经我所知哈，教练呢也含这个烟的，为什么他们这个教材啊，可能这个教育处啊，是不是有没有关系？我是不得而知，因为教练有跟我这样陈述。所以你编了那么多的预算呢、啊，那个运动设备哈、啊、是非常重要，包括我们打棒球的也好，这个足球的也好，那个踢的哈、啊、足球也好，明伦国中还有这个花岗国中都展现得非常的优秀啊。像接下的器材，因为我们要落实把这个经费放在刀口上，让我们这个学校对我们运动这个老师也好、教练也好、跟学生的使用也好，都有相当大的这个帮助。所以本席在这边建议啊，如果有必要的话，像私立学校，诚如上城中学、诚如海心中学这些需要我们这个运动器材补助的这个学校、啊，是不是我们贵单位教育处啊，有没有包装隐喻的这个动作，让他们也可以分享到这一笔相当庞大的经费，让他们的教练呢好好的用心来教我们的这个选手。再来一点，长青的运动非常的重要。本县呢，经常代表花莲县呢，不管是在国内也好，在国外也好，得到相当大的这个奖杯啊，42金呢、啊，
也包括那个这个不记录的，都在我们花莲县的长青，80岁、70岁以上的。但是他每一次要出国的时候，造成很多经费的困扰，乞丐要我们一眼赞助经费，因为他是这个是一个社团，啊，我们县府啊也没办法编预算了，那我们人民处也没办法去一个实质的了，把补助哈。那本席上的建议是不是我们用一个什么样的基金呢、啊，来鼓励他们啊，让我这个长青队的要发光发热，让他们有信心啊，代表我们中华民国也好，台湾也好，花莲县也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表现。所以本席在这边建议啊，是不是用某一些的基金类啊，来给我们适度的这个补助啊。因为过去我当第一届议员的时候，信生山的年代还没出国药就有了，所以他们很安全到国外去比赛。所以现在我们县长也不晓得是什么原因，他一直在推我们国这个体育王国在我们花莲县这个国家非常的这个抢手啊，抢眼啊。但是实际上像这种非常优秀的老人家去代表我们花莲县去到国外去运动，因为我们用实质的原因啊，没有他的理由啦，应该给他们适度的啊经费，让他们到国外去代表我们花莲县参加这样的活动。那么基于这三点的这个意见交换，希望教务处啊，这个等一下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就口头报告，如果不行的话就书面说明。在这言明处我还是要鼓励各位啊，那个国际型的这个文物馆，因为涵盖全世界台湾省所有的文物非常的重要。当然刚刚杨议员所讲的跟王议员所讲的点绝对不是问题，要有人潮啊，因为这个盖下去啊，整个要影响到全世界的观光的景点的这个一个观光景点啊，所以这个景点非常的重要，而且环境也很重要。比如我们对于这个部落，埃及的部落相对的更大的文化相接轨，这是点是非常重要。当然不否认南区的，但是我们还是要考虑周边一定要有个原住民的感觉，要有一个原住民的感觉，这样成效才有效果。因为大家城市很多我们的文物啊，不只是我们16组、17组的文物都要进驻在我们这个世界级的这个文物馆。当然本席是乐观其成，我们不要放弃机会，因为中央一直看准我们花莲县，因为你有五星级的这个处长在做这个工作报告的时候受到这个掌声了，我肯定希望你不要放弃机会，但是点也要考虑，周边的环境要配合。以上做这样的命令，谢谢各位。万隆才议员，谢谢主席。两位处长、教育处还有移民处，各位同事大家好。今天我在交换意见里面，我说先讲到我们的原住民的语言的部分。我们时常鼓励着我们原住民的学生要学习原住民的语言，但是很多纷争啊，我们很可能是用错的时间了。我们现在在学校里面，各学校都有这个教学母语的时间，但是目前是少子化，在一个年级里面或许只剩下2位原住民或者剩下1位原住民的学生，但是为了要辅导这些语言，可能我们政府都要一定要实施这班课。所以但是在教学方面的时间也几乎太少，用一周的时间的话可能1小时或者2小时，这种的教学是不是有需要有成功还是有没有成果？那我在这里建议啊，在交换意见里面，我们原住民大部分都是在教会时常上的很多，在社区里面现在学校都以社区化跟社区都有往来来往很深，
在教会的话，我们在教会都可以看到母语的圣经读啊，读圣经的机会，对教育来讲是非常进步。但是在社区的话，我认为应该是用在每周我们学校是礼拜三下午都放假了吗？能不能利用这个时间给予学生跟我们在社区或者在发展学会里面所对母语最深刻的最了解的老师来教导？这为什么要这弄这些啊时间安排啊？我们的孩子，我们是注重教育。我们目前看到，对在学生有时候生化把母语教得好，利用在每周的放学之后，大概是4:30到5:00，我们很多发展协会或者地方人士，或者说学校或者政府，鼓励孩子利用那些辅导，但是在时间方面可能有些不妥，因为5:00下换血回去，他们要到某一个地方，不是在学校哦，不是在，就是在发展学或者在一个某个场地，就要来很多学生，比方说国商到国一的学生，就到某一个地方就上课，好了，他们上课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两个小时的话就7:00，7:00教完，学校、社区理事长或者那教。都辅导的所有人士，他就不管学生了，让他换，让换血回去了。但是学生啊，可能会逗留到10:00，这个也是一个很不好的方向。就是让我们政府再辅导一下这个时间。所以我只强调，就是利用在礼拜三，我下午我放学的时候，利用这个时间可以去辅导他们，这是一点哦。其次，有关于是在教育方面也可以。探讨一下，我们国家在里约奥运的时候最成功的一个是轻艇，去划船轻艇，我们有很强的成绩在那边，虽然不得名，但是在电视上可以看到有台湾选手在那边拼命的跑，拼命的划。在花莲来讲，我们是在鲤鱼潭的这个训练场地。尤其是我们体育学校，就是花莲体育学校的学生都在那里练习，那他们往往都会有很好的成绩，不一定在那个国际上的，或者说在东亚都会可能会得名。我们花莲体育学校的对这个运动运动是非常强的，可是在训练当中啊，我们还是要考虑到安全，学生的安全。像鲤鱼潭这边，唯有是我们的训练场地啊，花莲县的训练场地是在鲤鱼潭啊。好了，那么多游客在踩那个小划船去经过，那学生怎么很努力、很拼命的去选、去划？可能是对每次被干扰到这样的情形的话，可能是不理想吧。所以这种安排时间呢，或是说限制的场地，我们应该要注意一下。所以在这在一些交换里面所报告的，谢谢。四位评演，主席还有在场的各位哈，大家早安，大家好。那本席这里有几点意见跟两处来做意见交换哦。那第一个就是关于原民处的部分，其实啊，我们国立的原民博物馆如果能够设置在花莲，我想这是所有花莲县民不分族群。好，不分党籍都很希望能够成就的事情。那本席也知道呢，这个处长哦，在这个争取的过程当中也非常努力。那本地的文史工作者呢，特别有提供相关的资料给本席，希望处长能纳入一起呈现给我们的中央单位哈。那我们副县长呢，有8点去做争取。但是呢，有一些人呢觉得这8点里面缺少了所谓的文史的丰富的本身的优越的条件。那我们处长本身也是文化局文资科出来的，相信呢这种提点之后，你赶快去收集资料哦。那我这手边的资料呢，就是关于我们花莲本身地下
马英厂已经有非常丰富的遗址，包含三级古迹、富士遗址、还有公埔遗址和扫把石柱，还有指定的花莲山跟西林的古迹，还有现在的美仑山。好，那还有另外还有180处我们的一些地下遗址，这些其实本身花莲就有这么多的地下的丰富的遗址，可是为什么没有办法争取到博物馆？我想摒除掉政治因素之外，我们这里的所有的条件应该相当具足哦。所以呢，现在我们还有十几万件的古文物是放在美仑校区那边进行研究。如果我们可以有这样的博物馆，不管是典藏、展示、研究，都是非常具备优势的条件。那这个本席也是希望处长哈，能够尽量收集所有的资料，然后去极力的争取哈。这个是我们花莲县哦非常重要的事情哦。那另外，因为我们教育处刚好也在这里哦。事实上，有这么多的丰富的典藏，我们身为花莲县的小朋友，应该会有很深的乡土认同。那可是，小朋友知道吗？所以呢，本席建议我们在做国中、国小乡土教学的部分，多多认识花莲，让他们知道花莲本身有拥有多么多丰沛的资源，让他们对花莲本身本地产生认同感，进而有荣誉感。好，这个是呢本席希望的。那另外呢，关于教育处的部分哦，最近有家长跟本席反映哦，我们的幼稚园到国小的注音符号，好的笔顺或者是发音，事实上呢，幼稚园教的有时候跟小学不一样，那对于小朋友产生的混淆，家长也产生困扰。好，那我再去看了一下，比如说我们注音符号的诗跟日，在版本上，好，康轩跟翰林又有不同。那现在这只是一个其中一个举例，那我希望我们的教育处呢，能够去多多收集这一些，比如说在幼稚园到国小这衔接上面是不是有问题，好，或者是幼稚园教师他是不是不够有这样的一个认知或者是知识或者是资格，那会让小朋友产生混淆。那第二个就是版本太多，那我们能不能够去建议教育部，因为现在这不是教育处能够处理的啦，好，建议教育部这一些问题应该要统一来处理哦，不然真的是有一些家长哦真的是讲得非常的气愤。那另外哦，我们处长关心青少年哦，这个是本席也能够也非常知道的，因为你本身喜欢阅读，这部分我们不用多说。那因为现在这几年呢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小爸爸小妈妈变多了，那但是呢这个部分可能出现在高中端，那教育它本身重于就是预防，所以在我们国小跟国中有健康教育，但是健康教育本席要强调的是要去尊重生命，好，要去灌输小孩子这个概念，爸爸妈妈养你不容易，相对的你要养小孩也不容易，如果到国中这个概念能够具足，到高中他可能就会去思考。本席曾经接过一个个案，他生完小孩之后他不知道养一个小孩要花多少的钱，完全没有概念，所以对生命他也没有这样的认知。所以我们在国小端、国中端，事实上我们之前在做动物的一个尊重生命的部分，我觉得推的也蛮不错的。现在我觉得应该要再进一步符合这个时代的一个乱象跟潮流哦，这个部分也要去加强，他们能够去注意一点哦。那以上，你不是议员，谢谢主席哦。这个今天听完两个处报告，非常惊讶跟遗憾哦，而且非常失望哈。原住民族教育是本席这两年非常关心的议题，结果两个处今天报告的时候只字片语未提哦。刘处长我可以理解，但是我不知道你的副座或者是你的这个团队为什么没有告诉你对原住民族教育这样一个问题哦。因为呢，这个原住民族教育的主管机关哦是教育部，那原民会呢也是负责的其中一个部会之一。那教育部里面发展原住民族教育五年章程计划里面啊，105年它的预算就 43.22 亿，
我们不是很欠钱吗？五年他的初步预算是216亿，这么庞大的预算，我们花莲县90000多的原住民，在原住民族教育这一块，主管的教育处或者是原型处完全不重视，这是很离谱的一件事情啊！而且呢，在这个真诚教育计划里面呢，12项策略、35项执行要项、148项具体作为是哪一些？处长，你知道吗？你了解吗？到目前为止，到底你们是哪一科室是负责这个原住民族教育的部分？再来哈，今年的泰鲁格峡谷的马拉松呢，其实被运动笔记评了4.3颗星啊，我觉得这个分数非常高啊。而且呢，我觉得这个县长非常满意，很多的民众也非常满意哦。所以像这样的一个比赛，大型的比赛，不管是教育处也好，或者是原型处也好，应该要多多举办啊，而且让这个提升花莲的这个能见度哦。还有呢，刚刚于远他其实有提到哦，花莲呢朝着国际城市在努力。英语教育的部分哦，现在那私立的小学或私立的国中，它其实都有外聘的外籍教师。其实我曾经建议过，就是我们国中国小的英文教育，包括母语教育，你现在用这样的方式来进行的时候，其实小孩子根本学不会啦，完全没有成效啦，浪费钱啦。所以你怎么样让孩子的听跟说，比他读跟写的能力要提升？你是不是可以比照像母语教育？母语教育它几个学校联合聘请一个母语老师，而且不是不同族群的母语老师来进行。那一样啊，我们是不是可以几个学校联合起来聘请这个外籍教师，有几个学校来共同来这个延揽，就像私立小学一样啊？为什么这个某些私立小学它的英文教育这么的好？人家那种私立新学的优点，其实我们公立学校应该要比较才对啦。还有呢，要要求哈，严格要求各级国中小的老师呢，下课时间10分钟就让孩子下课。你不要那个十分钟，那个老师要交代作业、交代事情，就那10分钟，孩子，你知道连续上课其实是非常累人的一件事啊。休息的10分钟，有的老师就拿来，我要交代别的事情，我要交代什么事情，结果小孩子不能去上厕所，他也不能放松心情，那这样的美意就没有了。那有一些，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有一些是老师本身的问题啊。所以请教育处去严格要求各校下课10分钟，一定要让孩子休息。还有呢，就是。学校的音乐、体育、美术这样的课程哦，千万不能挪作他用。千万，因为其实在国外，不管是美术课、体育课、音乐课，其实在他们的比例都非常高，台湾的比例已经很少了。可是这些课程拿去教别的，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啊，是不是？请严格要求各学校不能挪用他用哈。还有呢，现在吸毒的年龄其实已经降到12.5岁，12.5岁是多么可怕的数字啊！请教育处责成警察局、卫生局、社会处来加强这个联系，尤其是这个警察局。警察局他们可以加强查缉要头，可是你们可以做的，除了宣导的部分，有些人说强制验尿，我觉得因为这攸关于人权的问题哦，其实这个是有待商榷的。可是如果家长愿意的话，其实我觉得也不妨哈，可以来进行一下。还有目前呢，到底全花莲各校的代理教师的比例跟人数到底有多少？那偏乡老师的流动率实在是太大，有些家长说：“我都不认识我的老师呢，一个学期老师就换了，一个学期就老师就换了。”那个流动率太大，是花莲这个必须要解决的。还有呢，就是11月哦，立法院呢会开始审议所谓的偏远地区学校教育发展条例。那通过之后呢，明年8月就要实施，你要满6年才能够离开偏乡。我现在是认为啦，花莲县到底符合偏乡这样定义？它定义非常清楚。到底偏乡的定义是什么？到底花莲县有哪些国中小是属于偏乡的部分？然后呢，那些学校里面，下次我们在聘老师的时候，请你有一些加分政策。他愿意留，如果他是当地人，他愿意留在他自己的家乡，你就给他加分。之前其实很多议员也提过啊，但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办法是自己定的，为什么不要这样子强制来定呢？另外。本席哈是希望你们要提高所谓的师资公费生的名额，尤其是偏远地区的原住民学校。如果应征的老师哦，这个是当地人的话，这是最好的。那你培育公费生的话，他一定要回到原来学校去服务，就是你那个学校去。其实这样子哦，就降低你的流动率啦。那另外呢，其实刚刚这个庄世才庄院有提到，非常感谢慈济哈提供的6所学校硬体设备。可是这6所学校硬体设备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本席了解呢，这个学校完工以后之后呢，里面的硬体设备到底各校需求是多少？我记得每个学校3000万起跳啊，3 6 18 1 8 0 0 0万，1 8 0 0 0万缺口你要哪里来？
你们没办法负担，中央院不愿意给，或者再回过头来请慈济说好，人做到底，我拜托你，你给我硬体，干脆软体也给我算了。不然好了，33、32个亿元的小型工程款去挹注也不够啊，是不是？这是已经年底要落成了，有些学校年底就已经落成了，一个空壳子放在那边有什么用？所以这是你目前迫切要解决的问题、欸。另外哦，你要落实营养午餐的稽查，包括环境的整理，还有就是食品的检验。切记哦，不要让所有的黑心食品流入到学校的营养午餐里面。而且你们的稽查，千万不要告诉学校说：“哎，我明天要去稽查。”不对，这样是不对的。应该是不定期的抽验，因为是承办人要特别注意，你不要流入任何的消息。该查气的，该严格执行，尤其这些是给我们的小孩子吃的哈、哦，要特别特别严格执行啊。还有呢，你的健康检查利益非常良好，但是重要的是你要跟卫生局合作。这些不健康的，应该是说有这个有一些问题的小朋友，你后续的追踪的比例是多少？有些疾病，如果你早一点追踪的话，其实你可以解决未来很多的问题哦。所以你后续的部分你也要做解决。还有呢，现在这个现在是新娘南向政策哦，我们除了母语教学之外，哦，你可以选这个乡土语言。现在有没有选择什么越南语的啦、哈、泰语的啦、印尼语的？我们现在外聘是南区，外聘比例非常的高，其实你必须要善用这个外籍配偶他的语言能力。如果我们可以培养我们的下一代，他们的下一代、第二代可以讲越南语、泰语，对他未来的发展其实是非常好、非常大的哈。那另外呢，这个跟原型处做交换哦，上星期五啊。我要特别称许一下，在一条街办的那个元丰美食达人秀，我觉得那个活动办得非常好，而且跟一般的活动都办得不一样。你知道我们每次都办那个射箭啊、锤球啦，好或者一些手工艺品的部分，但像这样吃的东西哦，尤其是你上次请到那两大名厨，其实是花莲很重要的两大名厨啊，这样的活动、这样的 idea 才新鲜嘛。可是很可惜，那些人。就是你可能场地限制的问题哦，其实你可以再做更多的宣传，我相信一定更多人去。好，那设计的部分可能稍微流程稍微要再做一些改变，但是我觉得其实你的团队这么多人哈，其实可以发想不同的 idea， 把原住民的这个文化呈现不同的这个味道哈。那另外呢，原住民博物馆刚刚大家都提过，高雄场已经报告完了，高雄哈上个礼拜哈上礼拜还是上礼拜已经报告完了，但是我是觉得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别人报告什么内容，你有没有去收集？别人的优缺点，你有没有去收集？就算它是政治决定，但是如果你的团队准备好，我相信不只是县长高兴，我们花莲县的全体县民会非常高兴啊。所以你的报告，刚刚其实你有跟我报告说，其实地点要换，对不对？那问题是有没有可以再补充的部分？而且你要把其他7、8个县市他们的报告内容，你要拿出来做比较啊，好。那另外呢，这个平地哈、哦，10个乡镇的基本设施维持费的使用分配表，请给本席。我们虽然没有这个监督权，但是我觉得当那个分配表出来的时候，有一些乡镇是挪用哎、欸，把这个基本设施维持费拿去做客家的东西，拿去做别的东西，这样基本设施维持费的美意就没有啦。我们有没有去监督他们？再来，这个部落事务组长的这个会议哈、哦，联席汇报。每一次，我拜托各位哈，一定要通知议员来参加，不管议员有没有空。而且重要呢，现在有一些法令的问题、转型正义的问题、法令的问题、原住民族教育的问题、原住民族自治，还有民族自觉的议题呢，你要纳入你的课程里面啊。你现在，我们现在要内部觉醒啊，对不对？你每次上的课都是那种很传统的，或是很没有办法刺激到原住民内部的自觉跟团结的时候，我觉得那个课不要上。还好啦，浪费钱。再来，好、哦，那个你的21站的原住民文化健康照顾站呢，你每个站的地点跟分配比例的补助的金额列表给我。再来，部落客服的这个建制3年计划的两个站核定的经费跟名额，而且这两个站你目前的学生数有多少，资料也给本席哦。还有原住民公益彩券回馈金今年的核定总金额好像有点少。那原因到底在哪里？你们有没有去这个积极宣导，向他们鼓励部落提案？欸、那个部落小补哎、欸，它就是一个竞争型的计划。可是我们的部落里面，你是不是有去鼓励他们要多多提案？哦，还有就是你20页的报告里面第12项的内容哈，32案的细项提供给本席。再来，部落大学，
本席曾经当过原住民族部落大学的校长。今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你的招标案一改再改，我们原本的团队根本放弃去标了。我跟处长交换过意见，结果你现在怎么样？十一月的时候，你的课程才要开，你反过头来回去要求原来的部落大学的这个成员来帮你开课程。人家这几十年来辛苦经营，老师的培育是多么的辛苦。我不希望因为承办人或承办单位的私心，造成原住民族部落大学这样教育的断层，我觉得这是很不应该的。这是原住民族共同的事务，怎么可以为了一个人的私心，就搞到最后是这样？你两个月要完成今年度的预算，你来得及吗？这样子有成效吗？所以所有的招标案，可以的话，拜托三月以前一定要结束，或四月以前一定要结束，不然你的执行单位最后要执行这么大的预算的时候，你有能力吗？有没有思考过？再来，106年3H 动力的工程的专案计划申请了吗？进度核定内容为何？还有推动原住民族知识发展两大计划的内容，请提供给本席。另外，你的职业训练的对象，职业训练哦，像社会处哦，他们都有一个很好的规定。可是你的职业训练，拜托我，你的对象应该是培育第二专长，说要转职的人，不是已经给固定有工作的军工教，让他去做娱乐练习耶？不是耶。什么叫职业训练？让他学到这个技能之后，让他可以转职，让他有第二专长，怎么变成你的名额核定的名额都是军工教呢？这不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吗？所以下次你在办这个职业训练的时候，拜托一下，要点 common sense 好不好？另外，东大门夜市的合约，我们这个原住民调解摊商的合约什么时候到期？东大门夜市有四大组成的部分，彩虹夜市、原住民一条街、外省一条街、各省一条街，还有就是自强夜市。你们有没有去看看？有没有去监督落实监督我们的摊商到底有没有常常去开店？往往会管不了他、啊，你公权力要介入啊！如果十二月到期，那些没有这么的有心的原住民朋友，其实应该把位置让出来，让给后面还在排队的很多人欸，是不是？不然你四大夜市来做比较，我们的成效如何？不要老是说生意不好，生意不好。有时候生意不好的时候，我们要内求，我们自己要检讨，到底为什么是这样子？还有这个计时哦，洗高赛哦，特殊洁净的慰问金哦，你的金额跟名单，你核定的时间，请把这个资料提供给本席。另外，活力部落的申请数，我刚刚看了一下，越来越少。活力部落也是我们去争取上级经费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啊。我们花莲县200多个部落，难道所有部落都申请完了吗？是不是？所以你活力部落，你是不是要开始辅导哪一些他有发展的可能性的？你要主动的去帮忙他。不然中央的钱在那边，每次中央人民会都有结余款，那我们难道没有提案的能力吗？我们不是说我们很欠钱，我们很欠经费吗？那么钱在那边，你不会去拿，不是也很有趣吗？另外，台湾原住民工作会馆，你 OT 出去了，十个原住民议员，我不知道知不知道啊？我那天听到建设处报告才知道啊，你 OT 给谁？他的建设处报告里面有啊，所以我现在是搞不清楚到底你 OT 出去了没有。哦，以上，谢谢。李秋旺议员，谢谢大会主席张副议长哈，各位议员，那个我们教育处、原民处的两处的这个科室主管和我们的处长，我想各种运动场地啊，基本上都是提供各不同的运动项目，这些运动项目与这些运动项目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场地哈。我们看得到的，包括县立田径场也好，县立棒球场也好，花岗山运动场也好，美伦田径场，还有各个学校的这些运动场。因为这个场地够大，所以很多大型的活动也许会希望能够借用或租用这样的场地来办活动，我想这个无可厚非哈。这个但是啊，这个场地基本上一定有场地的管理办法、哦、我想管理办法里面的条文里面一定也有要求恢复原状，就是复原、哦、
那因为啊，这个大多数的活动都是在礼拜六、礼拜天。我讲礼拜六、礼拜天啊，公务人员大概也要求他们去加班，然后又没有加班费，坦白讲不是算很公平啊。那但是我们往往看到的是，这些大型活动办完了，也复原了。所谓的复原，就是把相关的这些活动的器材啦、摊位的这些东西等等都收拾干净了，地上也没有留下垃圾，那叫复原。结果复原的结果是，等到要使用这些运动场地的，你棒球也好、足球也好、橄榄球也好等等，这些运动员一上场，发现啊，这些草皮、这些跑道已经受到了伤害，这里面有坑洞、有凹陷，然后在运动的时候一不小心扭到了、跌倒了，受到伤害，这样对运动员公平吗？我想是非常不公平的事情。那我不知道，等一下答复的时候请不要用，我们依照各项场地的这个使用管理办法来规范，因为你们并没有去落实这个恢复原状这样的一个事情。那如果用这样来答复的话，这个叫失职。我想我不是要处分了这些这个人员。那但是你怎么样来规范这些场地不会受到伤害？谢谢。陈一鸣议员，我们的主席、副议长还有秘书长，在座的两处局处长，还有我们的议员、媒体记者、帅哥美女，大家平安哈。刚刚听到我们的几位议员都提到这个文物馆，处长那天我有参加哈，他要你再补充一些资料，补充了没？哦，这是一种。今天是一个沟通了哈，我想你要尽快去把一些资料移出去。那天我在参加这个谈论会议的时候，你做得非常好，我们司议员也提到哦，那几位议员都提到你蛮认真的啦。那问题在哪里？我在现场听到那些委员，他也讲。当地周遭大部分都是我们平地人，也许他们不同意，你要经过他们的定义，你们有心来在那边设这个算是不错。还有一点，他就说土地不够宽阔，不足新建这个文物馆的土地啊，范围不足，所以他要你提供一些，还有没有其他的土地可以再提供增加这个宽度哈？我想现在族群不分嘛，关于原住民嫁互恁好多人，又互咱客人客家音，那我们哈嘎音跟荷兰人也都嫁给阿美族，嫁来嫁去了，那还要分什么族群呢？只有你听听了，什么？所以呢，我觉得不要这样分。我是觉得委员这样的心态，也许顾虑到当地所有的区域的想法。那如果这里不同意的话，刚刚我们的王大议员有提到，我们南区如果有比这块土地更宽广的话，能够设在我们南区，也是很好的一个点。
增加我们南区的一些观光客，没关系啊，北区不同意那是没办法的事情嘛，是不是这样子？那我是希望我们的处长啊尽快把这些资料集中，这么多的客源，我想大家互相帮忙尽快去做到成功的目标，不要拖拖拉拉吼。我这个人做事情也是这样，不喜欢拖拉的。那另外一点就是，刚刚我们的迪布斯议员有提到，我们原住民啊，陈建忠议员也提到，我们原住民的这个族语啊，我想也不能完全怪我们学校哈。实际上，我们县政府也在积极的去推展这个部分，但是我经常这样在部落里面这样走来走去，有的家族啊，明明是阿美族，可是小孩子、孙子回到家里都是用国语讲话啊。哎，个在怎么办？该麻烦哪国怎么办？你在学校教的怎么样？你到家里你用国语有什么用呢？小孩子在哪里学习？就像我以前国小的时候，我很会讲阿美族话。那我毕业的时候到外面去学理法，客家人我都讲客家话。当师傅的时候去到台北都讲闽南话，回到家里阿美族话就讲不能转了。一样的道理，小孩子在学校都讲国语，到家里还是讲国语，他哪有时间去发挥这个族语的语言？你即使是在学校学这个族语，回到家里没有地方发挥，你这板扎的讲话啊，怎么讲？哪里学会呢？是不是？老大的，你讲什么？你听不懂。这样，小孩子，我觉得吼，阿美族有什么好丢脸？自己本身就是阿美族，有什么好丢脸？什么族群都是一样啊。啊，你讲我们台湾、台南，你难怪每次讲话讲一讲，就说哦，后来都是台南。不然你就把这个火龙狼当成海狼，你这个就是一个称呼而已嘛。哦，啊讲那个爱爱客家人，爱黑阿妹就讲是伟爱，一样的道理嘛。人家讲反正阿美族有什么丢脸的事情，拍狼还要是什么？有什么难听的话？不会啊，我们平地人也不会觉得拍很那个。所以我们的语言要培养小孩子，不要说阿美族你就觉得很低级一样。这个是重要的教育哦。我们的教育处长哦，那所以我们在学校还是一样要教这个族语，还是要跟学生灌输一些观念，就是说回到家里能够讲族语就讲族语。既然我们在学校有教这些族语后，我们就要实现这个，要不然考试也考不上啊，是不是这样子？那么一方面就是老师，北区的老师来教南区的，回到家里没办法沟通嘛，北区的说法跟我们南区的阿美族要讲话不一样啊，是不是这样？我们讲牛古龙，北区讲拉拉巴，你看是不是？老师如果是北区的来教南区的，绝对是没有办法达到那个成效啊！这个是第一点哈。那么还有关于这个原住民生活辅导员哈，
在地资源及祭典的本席哈，还有就是原住民多元福利及辅导第三大项哈，为了保障原住民长者获得适切的照顾，我们在复原，有设一个复原长老教会有设立嘛？我们的科长有到现场去看。既然我们原民会要成立这个老人日托站，哦，应该很多老人家都是行动不大方便啊。你这个遮雨棚你不帮人家做，人家要上洗手间，只是要上洗手间的一个大约就是30万以内的工程款而已，那就不行，那你就不要同意设立啊。既然你核准了，你中央政府同意了，那你地方就应该要去执行嘛。成立了就是要照顾这些老人家，他们就是这个传承这个健康促进活动啊，还有文化以及教育等促进老人身心健康成长课程。但是呢，老人在上课的地点，这个洗手间真的不大方便了，好天气是无所谓哦，但是下雨的时候淋到湿湿，一方面怕会滑倒，而且我必须要再建议，就是扶手方面，就像我们的这个护栏啊、栏杆之类的，应该要做那种电扶梯的那个栏杆一样，他们行动才会方便。希望技术帮他们施设，然后这个是遮雨棚的部分，然后还有啦，还有半个小时。我知道，因为我好几次都没有发言了，我就今天讲比较多一点而已。我知道，还有办理原住民族传统歌谣记录这个部分哈，传唱计划包含歌词翻译、声音的记录、高规格教这个数位的这个转版哈，田野采集这个影音全记录哈，以及歌谣教学编曲的这个规划啊，这个完成的这个 CD 专辑，这600张跟那个歌谣的手册啊，也是600张哈。我想这个歌谣记录的成果也一并给本席，好不好？这个要给我，因为我咨询也许会用到这个部分哦。还有一点，我们的学校营养午餐，刚刚我们议员也有提到，我想这一次日本，我们国民党在中央电视上有看到，应该是新北的这个议员吧，挡这个日本进口的放射线的这个食品之类的。我想我也不愿意把学生当成一个实验品啊，这个健康问题，那我们的后代怎么办？这个非常注意的一点哦，不要把学生当成实验品。以上，谢谢。黄正副议员。好，谢谢主席哈。与会的所有女士先生大家好哈。我们看这个教育处的报告里面第82页有提到哈，这个在这段期间警方查获了药物滥用的案件有8件。这个其实令人家很遗憾也很痛心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药物滥用在这个8个个案以后的这些当事人身上哈，可能是一辈子一个很漫长的这个拉锯的过程。什么跟什么的拉锯呢？就是我们的校方的这个心理辅导导师等等，还有他外界哈供应给他毒品
哦，让它吸食，甚至根据我们以往的案例，哦，使用毒品者再犯的几率相当的高，哦，那有可能这些人还是隐性的，哦，未来隐性的，这个贩毒的一个潜在的人员，哦，那所以在这段期间就发生这样的事情，哦，我想请教育处，哦，针对这个事情，哦，给本席一个书面的报告，哦，我想进一步来了解这个事情。第二个是我想请问一下，这八个个案在发生之前，我们教育处，哦，还有现场的教育人员，他在预防的阶段他掌握了多少？在预防的阶段，哦，特别是在这个所谓的新的媒体，哦，这些管道上，哦，他预防了多少？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使用脸书、LINE 等等的这个社群媒体，在这个平台上，哦，在这个平台上，我想请问教育处的是，我们的心理辅导人员，哦，心理辅导系统，在这些新媒体的这个掌握上，哦，有多少的这个自爱难行的地方？哦，我们知道很多这个这些新媒体的掌握，哦，都牵涉到隐私权的概念跟隐私权的规范，哦，那是不是有一方这个力量，哦，一直在拉着这些青少年，哦，他们可没有什么隐私权的规范，哦，在这个平台上所谓恶的势力，哦，恶的势力是不是畅行无阻，而我们这个善的这一端，哦，是不是绑手绑脚的？这一点，哦，我希望这个教育处能够跟所有的这个现场的教育人员，哦，针对这一点来多一点的预防跟琢磨。哦，这个每一届的教育处长，哦，他在他的任内都可以建制一些不同于以往的教育处长他的功能，哎，留下新的一个教育上的典范。我希望刘处长，哦，在这个网络，啊，这个区块，比如说像国外很多网络霸凌的事件啊，比如说很多犯罪的这个温床啊，在这个网络世界慢慢茁壮啊，在这一点上，哦，你可以有别于过去以往所有的处长，能够建立一个制度，建立新的资讯的掌握，哦，因为在这一个工作报告里面，哦，其实你并没有提到任何有关于网络上的问题，这个主题其实是新时代最大的挑战，哦，而且是我们这些成年人，哦，弱势的地方。这些青少年使用网络的功力远远超过我们，哦，我们第一个我们不熟悉，第二个他在使用的方便性上远超过我们传统的教育概念，哦，远超过我们传统教育概念。那所以新的这个教育处的团队，哦，我希望你们针对这个主题，哦，针对这个主题能够有一个系统性的非常务实的一个探讨，哦，在花莲，哦，在花莲未来的年轻人，哦，使用这个网络平台上，哦，一定是日复一日，而且会越来越厉害。那我们的教育系统，我们这些成年人如果没有跟上基本的脚步，如果没有掌握基本的工具的话，事实上在未来的时间我们会一步一步的落后。当我们落后的时候，事实上是很多犯罪集团或是很多想要为非作歹的人，哦，他们的机会，我们越弱他们就越强，哦，而且我们都知道我们一天里面收到多少假的讯息，我们成年人还有办法稍微的去辨别这些假的讯息，可是我们的青少年呢？我们的青少年对于假的讯息的辨识能力理论上比我们低，哦，他们又受了同侪的很多团体的影响，所以在这一点上，哦，他是不是潜入到另外一个地下的世界了，让我们的教育系统增加一些辅导的困难，哦，所以我想在这个平台上，哈，我觉得很多
隐性的犯罪啦，很多未来霸凌的事件啦，都有可能在这个地方一直茁壮起来。那这个网络平台，我希望是为我们教育系统所善用的一个平台，而不是成为我们这个失守的一个领域啊。所以希望教育处这边，如果你们有不懂的地方，有自爱难行的地方，我希望你们也要至少要开个研讨会，召集所有系统、司法人员，还有辅导，还有你们现场教育人员，还有其他的这个专家学者等等，我们来开个研讨会，来举办研讨会，让各方面的细节问题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厘清。以上，谢谢。徐学义议员。谢谢我们张部座赖秘书长以及两处的处长跟我们的这些一级主管、议会同仁以及有媒体记者先生，大家早安，大家好。那就以我们教育处这个部分呢，来做一个探讨哈。现在我们我们的国中小学有很多旧的这个校舍呢，以前里面的一些排水沟哈。非常，现在来讲是非常不方便的，而且呢，也没办法来疏通，而且也造成了会有这个现在的下雨量那么大呢，会造成阻塞，然后会淹水。那就以我们寿丰国中来讲好了，它的学校的地形非常的奇怪啊，前面跟后面各有一栋。那以及我在前两个月进去看的时候呢，要来做一个修缮，没办法，因为。碍于这个地形的关系，你怪手进去呢，没办法进去，一定要用人工，那我就头痛了哈。如果说你要用人工来做一个这个排水沟的一个修缮呢，那个花费的费相当的经费庞大哈。那我们在这里是不是能够就叫我们的这个刘处长，是不是能够到时候是不是拨个时间，我们到寿丰国中去勘察一下那个地形。我们要如何来做哈？那当时的黄校长新上任，他非常的积极。上任以后呢，马上跟我讲说，这个水沟呢非常的不方便，然后而且会阻塞很多蚊虫。那我去看了之后，我也自己都头大了哈，因为那个水沟非常的小，然后地形呢怪手又没办法进去，既小的怪手也好像也没办法，因为它周边都是美丽化。所以真的很头痛哦，我想这个部分呢，可能就要请我们处理呢，是不是能够到现场去看一下哈？再来就是我们毒品呢，到校园化，刚才我们黄政府官员提到的这个八个例呢，老实讲可能不止啦哈，可能不止。那我们教育处这边呢，是能够看用尿液快筛这个部分，当然有些。学生以及家长可能会有不高兴的地方，但是我是觉得这个是以最快的速度能够筛检出孩童呢是有染毒或是有其他的一个毒品，我想这个是真的非常的重要，尤其是现在的手机呢非常的方便，而且这些小朋友刚才政府讲的，他说这个小朋友根本没有办法去辨识这些好与坏的一个讯息，然后其实孩子们真的是非常的幼小，然后现在的小孩子呢成长得非常的快，然后学习能力也很强，那其实这样的误入歧途其实不是我们那个能够预测得到的齁，那我们也真的很担心，尤其是现在是少子化的一个年代呢，如果万一走偏了，那要怎么办，要拉就拉不回来齁，那尤其是毒品的这个区块里面造成儿童的往后这么长的一个时间，他要如何的何去何从，然后要解毒，然后要这是一个很漫长的，那我们学校要如何去做一个辅导，那我刚刚有看到你们有放一些无毒有我无毒的这些影片让小朋友来观赏，那其实我觉得应该结合我们的警察局还有卫生局，应该是要多多的释放一些有关于毒品的这一个区块里面的不好的会造成对身体不好的一个影响呢，这些呢的影片应该多给小朋友来看，让他们有一个自知的一个能力，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小孩子的手机这么方便，
然后出外的时候，其实现在的是国中生哈、高中生，看起来就是像大小姐，身高都长得非常的棒。那这个部分呢，其实真的让我们有点担忧了哈，因为这个手机的一个方便，联系的一个方便，那歹徒呢就由从这边的切入了，让这些小朋友呢无意中的就失去了他的方向了。有一些就是爱慕的。喜欢的这个爱现的或是爱漂亮的，这些就误入歧途了。所以我们要如何去帮助这些学童呢，能够导向 正轨呢？我想这个是学校的老师跟师长们非常的重要，然后我们希望说能够来大家共同来努力，为我们的这个区块呢 保护我们的孩童的一个生存的一个活动空间哈。那其实刚才有我们万议员提到了这个独木舟在我们礼仪坛来做一个这个练习场呢，其实我们希望说学校这边呢跟我们的纵管处这边是不是能够安排的一个时段，好、安排时段，最好是在早上或傍晚的时间，我想这些游客呢就会比较稀少，就能够让我们的孩童我们的学生呢能够在那边做一个独木舟的一个练习或各项的一个练习哈。当然有很多碍于因为纵管处所以申请可能有一些不方便，当然我们希望说处理这边刘处长您能够跟我们的这个纵管处这边来联系，如果有关的一些练习呢，我们来跟我们的纵管处来做一个联系，让我们的孩童呢不管是帆船独木舟或各项的一个这个练习呢都能够在我们礼仪坛是一个非常方便的一个地方，也非常安全啊，风景又这么的优美，但是我们希望能够把时段让他们来做一个控管，才不至于影响到这个商圈的一个这个赚钱的一个，他能够游船啊脚踏船这些不会影响到他们的生计，我想这个是我们大家共同来努力啦齁。还有就是我们言行处这边齁，言行处这边呢我们丰年祭都会有一个大会舞的一个比赛表演，就是明年度的，那我们大概就是会在之前做一个比赛，然后选择我们丰年祭的这个大会舞，那我想这个这一次呢今年的比赛当中就有一点风声出来哈，有一点不平的风声出来，我希望明年度不要有这样再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出来，你了解我说的啦哈。好，那再来就是我们闲置文化这个文物馆的这个部分呢，当天你我们这个陈处长你讲得非常棒，而且又带了一些嘶嘶的这个沙沙的声音，非常的有磁性，讲起来非常棒，尤其是那一天你讲完之后，我觉得你感觉就另外一个人哈，那天讲的真的非常棒哈。那当天呢，东华大学的应该是主秘有去参加，他也提到了我们的闲置的地方，因为是区块太小了，他也愿意提出我们东华大学里面的校地，尤其因为我们学校里面也有这个原住民系的，是不是有这样子的话，如果东华大学愿意提供这样的一个场地，我们不妨来试试。哦，不妨来试试，尤其是现在还有原住民系的在这现场，还可以做一个我们的解说，所有的各项，我想这个是最好的一个位置，我们不妨来思考一下哈，因为这个地方呢真的是非常棒哈，尤其那天也所有的委员都提到了，因为我们的这个面积不够。面积不够，然后也要我们补充一些资料哈，所以希望你处长还有我们的团队，加把劲，希望把这个文物馆呢留在我们花莲。那当然，东华大学可以考量一下哈。还有就是我们的巫师的这个部分，哦，巫师的培养真的是不容易哈，不容易。我想整个来讲，十三乡镇应该不多哈。那是不是我们这个巫师这个成立呢？他本身要有那个条件，要有那个条件。那我们的所有的忌讳呢，都会要必须用到头目跟我们的巫师，所以这个区块里面非常的重要。那也希望我们处理能够重视他们，有一些能够让他们来教导其他的。哦，教导其他的，那我们用什么方式呢？来给我们这个巫师更好的一个福利，让他来教导我们其他的下一代，有这样的优质的这个
这个他要有这个优质才可以当我们的巫师哈，所以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当的，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处里面呢，是不是能够在巫师这一个机关，还有我们头目的这个机关里面，我们加把劲，让他们有更多的一些出来帮协助我们地方。我想这个是对整个一个活动的一个开始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哈，这不可以去忽略它的。所以在这边希望我们处里呢能够好好的利用一下，也好好的栽培他们。谢谢。林秋美议员。剩下八分钟哈，大会主席哈，我们那个副议长，还有我们赖秘书，两位局处长，还有各位议员，还有旁边的媒体先生朋友们，有几件事情想要跟教育处来做一个探讨哈。针对你裁测的25个学校的资料哈，是不是可以提供给我？然后之后你这个裁测之后的学校是做何用途哈？也提供给我。针对我们宜昌国小哈，那边有一个立德幼儿园那个部分哈，学校的开发只有2%多，非常低密度的开发。那现在少子化的关系，那个学校哈，是不是可以示范给部落？为什么会这样讲？每年的10月份，我们有3个部落哈，吉包干，还有伯伯部落，还有那个达达赞部落哈，都在那边做一个祭典的部分哈。这个部分如果说那个空间可以示范给部落，其实坦白讲，因为吉包干当初是我们伯伯大部落里面的一个合在一起的一个成员哈，因为行政区域的划分，所以才会把它划为花莲市。其实它的祖先原部落原来的就是3个大部落在那个地方，因为那个地方刚好是我们传统领域活动的部分哈。如果可以示范给我们做一个共同空间，我们并没有说全部示范给部落做聚会所，那可能会非常困难。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哈，来做一个共同空间的一个活动的一个大的一个那个棚？好，那教育处长跟那个原民处看看怎么样来协议哈，这个部分我咨询的时候还会再提供，请提供资料给我，我咨询还会再问这个啊。针对我们毒品的部分哈，坦白讲，我们学校的毒品非常的猖狂哈。坦白讲，刚才不是只有八个案子，那怎么样来把源头找出来？怎么样来让我们的小孩子更健康哈？这个部分教育处是不是有其他的因应措施？然后针对我们那个营养午餐的部分哈，刚才我们专议员讲到说，废除免费哈，没关系，他们要废除他们哈。可是原住民的学生的部分，我希望不要废除，因为我们在经济上本来就是比较弱势哈。如果说因为这是我们全国标杆哈，我们各校全部都是营养午餐都免费。那如果说我们一般非原住民的朋友，他们经济允许的话，哈，请他们家长征询，如果愿意自费的话，我们是非常乐见。可是千万不要废除原住民的部分，哈，因为原住民在就业上、在经济上就非常弱势。那这个部分是不是请那个处长哈，提供我需要的资料，哈，啊，还有针对我们原民馆的部分，哈，国际原民馆，哈，其实我们陈处长，哈，你已经是处长了，哈，不是副处长，为什么？因为你在各方面的表现，哈，我们都非常认同。那针对我们那个文化健康，照顾站这个部分，哈，请提供我们那个21个站现在支付的经费的情形，哈，那分到多少经费？因为我那天到部落去，哈，很多志工跟服务员在讲，我已经2个月没有收到你们的那个生活津贴，那是不是对他们来讲，如果是靠这个来补贴家里的话，是不是会影响？还有我们那个社工24名跟社工助理员44个哈，请把名单提供。还有我们那个吉安东昌的那个图书站现在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也提供给我资料好不好？还有我们部落辅导教室建制3年的计划，你们怎么执行？是不是给我了解一下？那针对我们那个原住民的部分，坦白讲哈，刚才很多议员都在讲巫师的那个津贴的部分，那现在执行的情形
可不可以提供给我？我非常动心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巫师，你才一年才慰问他，有没有一年？有的部落是两年半一次，才慰问他5000块，比起我们头目事务组长的津贴还要多很多。那他们是在传承我们民主文化祭典的工作者，他是把生命付出在这个信仰上，因为我们的信仰，还有人在讲说巫师有没有认证？开玩笑，巫师怎么认证呢？这个巫师是有灵体才可以当巫师，不是说哎，你们那个非原住民庙会里面的党丁有认证吗？没有嘛。你如果说要认证没有关系，我们现在就来把它制度化。哦、把它弄成一个参与研习几个小时，我们给他一个证书，因为他有参与这样的研习，等于内容上非常的清楚，我们给他一个认证，他才可以来当祭司巫师。哎，拜托，外面传的沸沸扬扬、哦、这些对于我们生命信仰民主文化的工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子批评他们？我觉得非常不宜哈。那我们县政府是不是赶快把它规划，让它有一个规章，有一个组织来协助他们，变成大家能够认同的部分哈。这个部分，还有我们部落学校跟我们部落大学，刚才我想其他议员也在讲，其实我们原民处非常辛苦哈。我知道你们所有科室的科长哈。我们大家都非常期望你们、哦、我们部落大学跟我们民族大学跟我们部落学校外面传得沸沸扬扬的，那我们部落大学经营了11年、哦、这些承办单位刚才也有讲连续做了好几年都得到优等，他没有责任，他没有义务，他没有那个对部落里面对老师来讲没有责任吗？他现在说不做就不做，不承包就不承包，是什么原因？那我们县政府对于这些曾经领着个人利益着想承接我们公部门的经费600多万的部落大学，那几个以前承办人员他们在哪里了？他们对部落有责任，对我们民族，对我们主人是不是有一个交代？哦、在这边我问，我当初是希望他们更好，那结果他们说我想要去承接，我有承接吗？没有，我是希望他们这个团队他是优质团队，甚至有议员说请县长接见他们，他们非常优质，优质在哪里？为什么后续不接呢？后续为什么不再执行呢？那对这些曾经跟他合作的工作老师跟他们在一起的这些部落没有责任，没有那个吗？我是觉得这样不公平、啊、对我们所有主人来讲是非常不公平，承办人员也非常辛苦，他也拜托他来乘坐，可是他认为没急啊啦、哦、政府补助的经费不多了啦，利益不够啦，就不要承接，所以这个非常不公平的一件事情。然后我们蔡英文总统一天到晚叫我们原民处办转型正义，转型正义在哪里？哦，现在又产生转型正义的代表，增加我们各乡镇工作人员的那个，很好。那你请问你转型正义这些人是要做什么？那你真的把我们传统领域发放给我们了吗？你就业的辅导有落实吗？你教育的经费有增加吗？请问蔡总统，请你给我们原住民传统领域，请你给我们原住民经费转型正义多一点给我们哈。以上，谢谢。尤美议员，这个老实讲哈，今天这两个处长的位置就是我们的软实力啊。啊，话再讲回来哈，何德何能，我们在这个位置要培养我们呢？20年后。的学生在国际竞争跟整个的专业领域的学习完成就在你们的手中，那我们是在监督啊，何德何能啊，百年树人啊讲得那么大声，那我看你很多的这个实施情况跟工作项目，原民处也好，教育处也好，有没有切实落实你们的工作细目项目？有没有？我看你们的备考全部零蛋，
全部执行完成吗？刚刚讲了很多哦，毒品也好，还有这个很多的这个特殊的学生跟特殊教育也好，那还有讲的，你看最近的美国总统改选，还有整个菲律宾整个时事变化这么大，我们的未来的小孩在我们的手里，20年之后在国际竞争上有没有能力呀？花莲是不利文化发展区，也是一个偏僻的地区，所以我们有比较多的经费。可是试问，你们在你们的局处长的位置上，有没有每天战战兢兢？所以我想，教育是一个要非常有热情啊，还有持续有爱心的工作。如果不愿意，本席在这边呢，再一次叮咛哦，离开这个位置。哦，科室主管都一样，督学都一样。我们是在做百年树人呐、啊，我们坐在这边也很丢脸呐、啊，当议员。小孩子教的怎样？不像像我们那个时代，四五十年前、20、30年前，妈妈国内大学考上就没事了，高考、特考、考。现在不一样了，整个局势瞬间变化。你看韩国，一个手帕交就可以搞得他妈总统快下台了。所以我希望呢，今天这意见交换当中，尤其教育处，要深深感觉自己任务重任重大，意义重大。小孩子交到你们手里，全花莲县120几个国小、中小学生，你们有没有落实你们自己的工作？你们有没有与时俱进啊？物理问题怎么办？刚讲的传媒问题，整个电子传购，你们不如我们的小孩怎么办？我想不止你们的内部要互相的合作，还要发挥你们的一个，我才刚讲的，就近督学，还有学校的校长。你们都知道校长的功能之一就是要跟校外来保持平衡互动，你们平衡互动吗？哦，处长要给我资料，在我开那个大会咨询之前，究竟每个学校的校长跟当地的派出所有没有联系啊？毒品有多少？督学有没有联系啊？校长吃饱干嘛？也没上课啊，吃饱就在学校列那个电子看板，第一名考上花莲有几个，考上慈济有几个，是干这种事吗？已经多元时代来临的多元就学了，怎么头脑停留在我那个时代？我已经57岁了呢，那是50年前的事了，现在还在干呢、啊。假使放在你们手里，会很可怕的、啊，怎么办？我们这一代30年后，我们通通下去啊，就剩我们教的小孩在上面来帮我们谋福利啊。我们教的小孩如果在国际无法竞争，你叫他吃什么啊？还有性侵，24小时性侵。到底是谁主导？是社会局主导，还是学校，还是你们教育单位，还是警察 ？Ending 是谁？起头是谁？都资料给我。还有学校的吸毒，你知道大家跟议员一直讲，他吸了一个毒，他终身很难自拔。我的亲友到现在痛苦的一堆。那学校从小学到国中到高中，已经延伸高中了，12年的追踪追不出来啊！校长没有走出学校校门口嘛？那督学有去督导吗？还有你们踢足球踢半天，我最近弄了你们很多的后面的下脚料不能完成的，怎么办？行为偏差，因为花莲隔代教养多，离婚率最高，所得低，就产生了小孩子不利他的发展。那你们不再用心吗？没有热忱，没有爱心，就不要在教育局，不要除了领薪水，不要辜负下一代。真的，教育局的工作是跟人家不一样的啦，没有这种热忱就不要当了。还有严明处，我非常失望。你不管是勇士还是甜心脚拔，这个叫有灵魂呐、啊，没有灵魂只有外貌有什么用？所以原住民的灵魂、原住民的精神要养成啊！你们都办这个活动，政府花了那么多钱，你们租串联也好，什么什么产业经济啊，列出来给我看在哪里，地点在哪里，不要给我弄人次。每一个乡镇，尤其我中区以南呐、啊，你弄的什么出来了？你是文化出身的、啊。文化产业在哪里？灵魂在哪里？原住民的灵魂在哪里？这个就是讲难听，我们观光路线就可以贩售的加值产业、人文特色加值在里面，你们比我都清楚坐在哪里。还有彰化边，还有原住民传统领域区跟汉民族接触的纠纷的部分，有关的局科室还是希望有很大进步空间。如果无法跟立委、跟有关的行政院、严明处长，你要去谈判呐、啊，副处长要谈判，不要造成我们193线跟台九线，还有很多这个核酸新生地互相的冲突啊。那还有学校的
学校人口呢，尤其我们中区以南，学生可从1000到300，是不是要解除编定？学校用地是不是要解除编定？事业目的地要解除编定，就像我们讲的寿丰乡的东华大学50公顷，10年不能处理就要解除编定吗？那你们已经我们的学生集中化了，譬如说华仁分校，它已经是学生可能少了，可是很多地主说你没有依这个事业目的地去要求的话，你要变成绿地或公园预定地或变成休闲地，你得跟都市计划的主席、县长或各乡镇首长讨论啊，不要让那边的老百姓搞不清楚啊。我那边的校地，中区以南校地有没有解除编定啊？要提出来讨论啊。所以我想啊，吸毒学生社区互动，还有这个地方特色、国际竞争，我想教育处呢，你们责无旁贷，你们必须要有非凡的热情，否则不要在花莲。花莲已经是非常的辛苦了，没办法，我们这一代的任务就是交出一个有国际竞争，有时事什么？我看你们这个时事，你们自己的教职员工都要训练吧。还有呢，地方特色有没有在？像你们富里玉里啊，出了那么多米，你的小孩子知道吗？他也可以当农夫啊，搞不好有兴趣啊。像寿丰的有机无毒，学校有下去参与吗？有连线吗？全台湾在播，就是花莲县学生从来没有跟当地的在互相有一个地方特色在，这怎么会有当地的灵魂在呢？怎么会有元素在呢？我想期许各位啦啊，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钟啦，除了林清水啊，大家都是花莲人啊，站在这个角度为我们的孩子啊培养出他的竞争力啊，你们自己本身如果没有，赶快下来，不要误人误事误下一代，谢谢。刘淑珍议员，谢谢啊，主席，还有我们局处首长跟我们的一位同仁，就不再做称呼哈。刚刚尤美仪议员讲这么精彩哦，其实他只用了7分钟，那我等了2个小时，是想说我要讲的特别多，因为我是教育委员哈。那在这边哦，我觉得我们的议员都是非常认真的，所以哦，建议以后我们大会哈，是不是可以让我们的议员可以掌控在10分钟里面的发言？好，因为我觉得掌握时间是很重要的，让我们的媒体记者还在这边也是非常辛苦的哦。第一个，我要跟教育处探讨的就是我们本土教师的一个资源教师，在我们的这个资源教师里面哦，我们的款项来自于中央，所以我们的终点费来自于中央，但是呢，持发我们土地这个本土教师资源教师的薪水是不合理的。到9月、10月、11月到现在，薪资还没有领到，这个是非常严重的。我们看看有没有什么样的配套，可以从教育处这边来先匀资经费，让我们这些本土资源的老师可以呢，能够如期的拿到这样的薪资，这是很重要的。第二个，刚刚大家都在说面临少子化的问题，从国小103年到105年，我们少了1351个小朋友。国中的部分103年到105年我们少了1178个，所以在103年到105年这两年里面，我们国中小就少了2527名，这样严重的数字，那是不是在这边有几个考量？第一个，我们可以把我们多余剩余的教室来做社区化，像上次有本席到牛犁社区，他们的健康站都没有可以用，就在我们的学校旁边，是不是可以提供给我们活化我们的教室设备设施来运用，结合我们的社区来使用？因为在我们早期就已经提出校园社区化、社区校园化，所以我觉得我们空余的教室本来就可以跟我们的社区、跟我们乡亲来做结合。尤其哦，在我们乡亲提到了像我们的运动场啦，是不是可以提供给我们的乡亲早上下午运动的部分呢？这个也是非常的重要。第二个就是面临了我们的少子化之后，师资剩余跟我们师资运用的师资不足很重要，我们要培育自己花莲县的师资，留住花莲的人才。刚刚也有议员提到怎么样来使我们的师资任用，提出一个属于我们花莲县子弟留任在花莲优秀的师资这样的一个培育配套的模式，让我们的精英，让我们的老师可以稳定在我们的花莲县。
再来，我们竟然少了2527名的学生，我们是不是把这些剩余的这些午餐费，我们知道这个劳资提升了，薪资提高了，然后呢，针对了我们最近的这个风灾雨灾，让我们所有的食材都增加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成本，是不是也能够考量把这些经费加5块加10块再运用在我们的孩子身上，让我们孩子所吃的这样的营养午餐能够更加的一个卫生，更加的这个营养，更加的有配套的充裕的实施哈。再来呢，我们面临了一校一特色、一校一才艺的部分。刚刚本土的老师缺了经费，没有给他。那我觉得我们花莲县不应该只有是自育跟成绩的选项，我们有非常多的才艺课程的运用的这样的一个才能技能。但是我们教育处是不是有想到从国小的一个特殊技艺才艺的专业延伸到国中之后，那因为碍于高中我们目前还没有纳入我们花莲县的一个教育体制里面，我们要怎么样来做一个配套延伸？本席再讲清楚一点，我们的民意国小的舞蹈班到了华人国中的舞蹈班之后，它的延伸要去处哪里？也就是我们民意国小的国乐班，它到了国中之后，它可以到花岗，它可以到这个宜昌，甚至于管弦乐。可是高中之后呢，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衔接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配套模式的一个延伸的计划，来作为更适性的一个教学。再来，管理是一门非常大的学问，在我们各个学校环节出问题的时候，在我们罚写3000遍，在我们用这个老师的体罚，或者是校长，或者是跟家长在做一个沟通上面的这个部分，到底是哪一个环节出问题？我觉得我们的督学一定要承担起很好的监督跟协调跟了解的倾向，所以在督学的这个部块这个部门里面，我们希望督学能够充分的发展出一个督学的机制。一个教育处只靠一个处长副处长是不够的，我们公部门各个局处科室一定要联向的来作为一个充分授权跟充分执行的一个部分。所以呢，我相信啊，刚刚提到了包含了毒品的问题，包含了这个学校的暴力问题。我曾经前两天有一位这个毒品宣导，在全国宣导毒品的一个老师来告诉我，毒品宣导的越多，防范的这个案例就越多。好可怕呀，我们一起去宣导，宣导越多，为什么会越多？因为他好奇，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就会涵盖了我们生命教育的这个部分。我们花莲目前生育这个生命教育的讲师到底有多少人？到底有哪些生命教育讲师在哪里？我们看不到。我们生命教育的讲师怎么样的到我们的学校各个学校里面去，让校长他们都知道。我们也希望呢，教育处给我一个生命教育讲师的这样的一个名单，然后我们怎么样推荐这些生命教育讲师到学校里面去。那我们学校呢，有多少时间是排定给我们生命教育讲师作为一个跟我们学生做沟通、做互动、做励志、做成长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到底我们学校有多少时间？我们生命教育、我们的伦理教育、我们的是非教育都没有呈现在课程里面，只有督学算是没有用的。看看刚刚的数字是非常可怕的哈，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有每个月到底编定多少时间在各个学校里面。我们刚刚其他议员有谈到我们的这个慈济哦，给我们的设施设备的部分，还有呢我们这个厕所的改建，甚至于我知道我们徐正瑞立委也争取了我们房舍危险的教室房舍修缮的计划都进来了。那在这个部分里面就会想到，
我们花莲县教育处一直都在用母本，一直都在用县预算。我们的花东基金要怎么样写计划案去跟中央来要钱，来作为我们教育的另外一个规划的部分。刚刚讲到一校一特色，一校一才艺，是不是也能够适当的写出我们的计划来运用，来善用我们中央的资源，配套到我们的花莲县来，而不是一直在作为一个哦，我们花莲县教育县预算的这个部分的一个执行。谈到这里，就谈到了我们刚刚讲的所有的生命跟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基本教育的范围里面。我们知道花莲县教育处，我们编定了一个读经教育本，本席非常的感动，看到这样的一个教育本里面，涵盖了我们人格的养成，我们孝道伦理是非判断在里面，也让我们的学生的参与的录音，在这样的一个国中小我们拿得到以外，是不是也可以开放给家里面没有国中小的小朋友，那他的小朋友可能是幼儿园，可能是高中，我们是不是也能够适度的有一个管道让他们来索取，如果有家长愿意跟我们的亲子来共学共读的，我们是不是也能够来提供。在这边教育处跟我们的原住民事务处，我们就要来探讨民族实验学校的一个成立，我们横向的联系沟通很重要。审计处一直要我们来缩编裁减学校，要为我们的大区域学校来做合并，但是我们是不是考量到一个民族实验学校在我们偏乡偏远地区执行的问题，比如说像我们的新社国小，他们的这个格马兰族，他们剩余的学生数可以造就一个地区民族特色的传承跟延伸，何等的重要。一个民族特色文化的传承，不会因为他只剩下二三十个学生而延宕了民族教育未来要做的这样的执行。所以教育处跟原民处其实是一个可以考量到我们要来怎么告诉审计室，我们很重要的民族实验学校在这个地方，在花莲要生根，要发展，要传承。再来就是我们的这个原民处啊，我们的丰年祭推广观光，现在我们的来台的观光客减少，在花莲必定有一定的冲击，但是我们花莲的特色就是一个原民之乡，我们可以让我们在地我们各县市的所有的好朋友一起来参加我们的丰年祭哦。我们的民信做得这么好，所以我们今年看到的观光客都是我们部落自己去邀约的，还没有看到非常多的宣传跟很大量的这样的一个推广哦，所以我们还是有一个成长的空间来做啊一个配套。再来我们好吃的原民风味餐，我记得在上一次本席已经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建议，我们原民的风味餐是不是可以更广泛的来推广，让我们可以吃到非常棒的我们原住民特色的这样的一个餐点，到底这些餐厅这样的风味餐的特色在哪里，我们哪里可以找得到，这个部分我们的推广上面还必须要再加强。再来哦，我曾经到外县市开会，带了一串串珠，那个串珠非常的漂亮，我自己是花莲县的县议员，我都不知道要去哪里买呀。所以啊，我们这些原住民特色的产品跟我们原住民这样棒的一个手工艺到底要在哪里可以呈现，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创作的老师一直在研发他们的新品，所以这个一个展示的中心我们也希望能够真的来推广出来。还有刚刚有议员提到我们原住民一条街摊位是不足，我们常常遭受困难，很多的原住民的好朋友很多的摊位都想进去，但是碍于摊位量数不足，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进驻。那在排队的这样的人数这么多里面，
竟然还会有空位在我们的原住民一条街里面，我们不晓得怎么样回答这些排队的人，竟然有了空位，为什么没有办法释出？所以在摊位的一个这个点阅啊，这个我们的清点，还有呢我们的这个摊位的状况了解，我们都希望原住民，我们原民处这边能够为我们呢做实际的一个掌握。本席报告这边，谢谢。好，开会时间超过了，会后请教育处、原住民行政处就各位议员的问题做详细的书面回答。大会报告，下午议程分组审查或收集资料，明天上午9点进行县府警察局、消防局工作报告及业务探讨，请相关人员准时出席。散会。